又嚟到你最期待嘅《华纳家务贼院》，今集系同大家讲都市传闻。生叔终于都睇到闪电侠啦！咁啊，大家好，我哋系院长群总。大家好，系咯，打手先啊！大家好，系打手新年啊！我你系院友，系我系院友大王。咁啊，依家群总系惯咗，都系华纳家务贼用呢一种方式。一句嚟开系嘛？我可以用六六六嚟开波嘅欢迎收听华纳监察院咁系嘛？系啦，咁今日真系都市传说级数嘅嘢啦。咁啊，我哋正话咧开台前倾翻都话，讲话 Flash 嘅呢套电影咧，因为大家知系多次延期啦。咁啊，甚至乎喺华纳监察院最早嗰啲集数入边咧，好快嘅其中一集咧，就已经系讲话闪电侠要延期啊。咁啊，跟住讲到嚟。今日呢集嘅華納監察，嗰時華納監察仲有 mark 咩第幾集第幾集嗰啲，而家都唔 mark 啦，而家直情去 mark 日期啊，係咯。係因為華納監察院，你哋聽開咧，咁我哋係有兩個都市傳說嘅，一個就係 Zack Snyder Cut 啦，咁啊目標咗啦，咁另一個就係到底新年能唔能夠喺佢有生之年睇到呢個閃電俠電影咧？咁估唔到咧，今年亦都俾佢咧係 achieve 到呢樣嘢啦。咁其實所以監察院係可以即係撤退啦，我哋嚇。即系点啊？功成身退啊！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唔系，但系呢个时候要对住夕阳喺度讲话咩？但系华纳嘅新闻系唔会完结嘅，咁样我战斗可以继续咯。我想讲嗰种，我嗰种兴奋啊！你几兴奋？几期待啊？我睇完嗰套戏，我20号睇完嗰套戏，过咗几日开始我就病。都是时候啦，看完套戏，个意志一松咗啊，个意志一松咗就冇啦。戏院冷气冻啊！你问阿华纳 claim 翻啲医药费咯。唔系，其实我朝告睡，因为今日早少少，我话今晚呢个时间 O 唔 OK 啊？跟住新宇话其实呢几日我唔舒服嘅，咁样跟住我嗰刻谂，咦，一睇完闪电就开心到唔舒服啦，咁样我已经我都有谂呢样嘢。喂，有听众问啊？副院长喺边啊？副院长可能转头再入嚟系啦，咁啊，佢都会入嚟嘅，应该都一阵间系啦，系咯。咁啊，新叔真系开心啊，佢开心到唔舒服添啊，直情系。我趁早一扎手咁啲嘢，跟住个肾上腺素用晒啊。跟住个手又等于佢。系咯，咪就系嗰啲咩见到亲人最后一面嗰啲咯，系嘛？系啊系啊系啦，呢啲衰嘢。你讲咁衰，我谂住讲下咩？话佢随住裤睇啫，我谂住讲呢啲啫。系有啊有啊，炸鸡髀话新叔随住裤睇冻亲啊。喂，咁啊讲啊，即系等啊副院长啊，同时咧就讲下啲场外花生先啦。咁即系近日咧，好多人洗版咧，就系喺度畅谈呢套电影啦，就系话佢个票房系失利咁样，做咗好多图啊，或者铺天盖地嘅洗版啦。咁但系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即系到底呢套戏或者成个 DCU 嘅电影咧，大家系唔应该将呢件事放大嚟讲嘅。点解咧？唔系因为我撑呢套戏，而系我觉得大家仲将呢件事摆喺一个好紧要嘅位置咧，其实就真系太唔了解华纳啦。即系你听开监察院，你都知道华纳系一间为求蚀钱不择手段嘅公司嚟噶嘛。咁我咧就因為太得閒啦，咁就同大家咧上呢個 box office module 咧，就同大家計曬 DCU 13套電影，咁啊同大家匯報一下啦，趁呢個時間。咁話說呢個 DCU 咧，其實就推出咗包埋 The Flash 咧有13部嘅電影啦，由 Man of Steel 開始。咁咧嗱，俾大家估下啦，到底13套裏邊有幾多套係賺錢啦？又玩呢個遊戲啦，競猜遊戲啦。哇！呢、這個真係好難估喎。到底有幾多套係賺錢嘅？听众不妨喺度打噶吓，13分之几咁样啊？我估系咪以前旧 Suicide Squad 啊？系咯，嗰啲仲有边套啊 ？BVS 好似得唔得？有几多套啊 ？BVS Man of Steel 系咪呢三套啊？即系你觉得系有三套嘅？啊 ，Wonder Woman 咯，四套咯，系咯，系咯，四套嘅。OK， 水水侠好似都得喎，水水侠收噶嘛，系咯。系咪你越数越多啊？你哋吓？我看到啲聽眾好勁啊！嗱，開始一路爆嗰啲答案出嚟啦，5套、2套、4套，哇，7套都血鬥神迷係嘛？我哋真係好似啲競猜遊戲咧，成班哇好踴躍咁參與啊！多謝翻各位聽眾先啊！我哋要補開賭盤嘅嗱，咁啊唔好嘥大家時間啊！咁啊公開一個答案啦嚇，咁其實咧有幾多套13套裏邊有幾多套賺錢咧？係有3套係賺錢嘅嗱，咁如果淨係買數目盤口嘅話咧，朋友仔咧，咁你哋就中咗啦喎 ，OK？
好，咁啊，有人话赚到 high high 嗱，呢啲冇听书啊，呢啲朋友仔，我系讲紧 DCEU 嘅电影，啲唔听书嘅真系。好，咁啊，到底有边三套电影系即系赚钱嘅咧？第一就系耷耷第一集啦，咁然后就系 SS 嘅第一集，即系 Suicide Squad 第一集，同埋呢个水水侠咧，三套都系赚钱嘅。OK， 嗱，咁啊，如果估套咧，即系估数目嘅人就中咗啦，但系应该就唔会有人估中呢三套嘅。咁包括主持都冇人估中啦。嗯，好啦，咁另外啦，有人就 challenge 就話：喂 ，Man of Steel 咧 ，Shazam 咧，咁啊唔好意思啦，佢哋都係勉強打個和啫、啊、可能就賺到啲零頭嘅，但係你未計宣傳費，其實所以都係勉強打個和嘅啫，甚至乎都可能真係蝕添嘅。咁啊，剩翻嗰八套咧，就全部都係蝕錢嘅。嗯，其實十三分之八係蝕錢咧，都已經係一個好輝煌嘅數目字嚟㗎啦。咁、啊、所以我就唔係好明白。你唔係搞清，你咪搞錯咗輝煌呢個字應該用嚟喺啲咩情況度？我係十三套裏面八套蝕錢，兩套打和，咁你點唔輝煌啊，大佬？係嘛？咁佢個終身目標係蝕錢啊嘛，咁咪就都係好好拉勁。所以我就喺呢個大數據，喺呢個大數據方向嚟睇咧，竟然有人會覺得哇，閃電俠蝕錢啊，呢樣嗰樣好新奇啊，其實就一啲都唔新奇嘅。好啦，另外咁啊都要補充翻嘅，咁係咪冇賺錢嘅電影啊？有 DC Film 係一間公司嚟噶嘛、？DC Film 裏邊仲有啲咩作品係賺錢噶？咁啊有 Joker 啦，五千萬斬你十億賺大錢噶啦，跟住 Robert 仔嗰套新 Batman 啦，又係賺錢噶啦，仲有就係、是、鬼屋驚空十六三啦，呢三套咧都係賺錢嘅，因為嗰套都係計喺佢 studio 係咪？因為嗰套都係阿走咗個叫咩啊？夏馬達監嘅，即係如果計華納嚟計啦嚇，近年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嗰三套就係賺錢啦。咁當然啦，唔好計 DC， 你計華納嘅話、啊，其實呢個係計埋華納嘅 ，sorry， 我係計埋華納噶啦。華納近呢幾年就係得一二三三套親生仔係賺錢嘅，係幾套都係蝕錢嘅。咁另外就 Doom 啦 ，Doom 同埋GVK 啦，但系呢兩套都係復房嘅。嗯，係啦，咁啊真係賺錢咧，得三套啫，就係、是、Joker、Batman 同埋呢個鬼屋驚空十三。咁所以華納同 DC 本身咧都係為求蝕錢不擇手段嘅。嗯，仲要頭先有啲可能講話即係。哥斯拉啊，嗰啲有啲系喺疫情期间难计啲，但系你谂下个系列就咁 DCU 嗰边有若干套都唔系喺疫情期间嘅，有啲疫情前，有啲吓啲又往后啲，到而家嘅后疫情时代啦咁样啦，已经去到都冇得计疫情噶啦，因为一有呢一个 GVK 咧，成件事就已经讲唔通噶啦。系，因为 GVK 都系疫情期间噶嘛，但系赚到照噶嘛，咁但系。系咯，你都烂唔晒，有啲嘢都已经系冇计。爆厂咁有听众问怪兽咧，咁样咁啊，小组村帮我答咗啦。怪兽要他们的产地咧，系蚀到阿妈都唔认得嘅。咁因为都仲有其他原因影响啦，都系。哦，咁啊，主要系因为佢第二集非常之杰出啦，而第三集就连阿 Johnny Depp 都换埋啦，一样嘢系跌到爆厂嘅。咁所以就票房讲到咁多咯，即系我觉得都系嗰句啫，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其实。佢蝕錢嘅作品咧係佔大多數嘅，咁反而佢大賣咧先至係新聞嚟嘅，即係新聞嚟嘅。所以我覺得大家將個邏輯調翻轉咗，就係、是、哇，閃電俠蝕好多錢啊！其實唔係，賺錢先至係值得大家去鋪天蓋地去講咁樣。每一句咧，金哥就話沙贊一刀撲唔撲？但係你計翻就打個和啫嘛，唔撲啊！即係 Man of Steel 同沙贊一刀係打個和嘅。不過我想如果今次點解閃電俠會咁多人咁樣去即係再留意個 point？ 你話上次阿 The Rock 嗰次都多人留意啊，閃電好似再多啲人講，可能即係先唔計有啲人就想借呢個位去又走去借話尖緊啦，呢個冇得拗住啦，有機會先再講。但係可能因為都有若干觀眾係啊，都希望呢套戲。可能票房各方面都好好地咁啦，因为可能有若干观众都系睇完觉得哦，我几中意，我觉得好睇咁啊，即系包括我自己睇完我都嗰个几好睇啊，咁样都会觉得可惜咯。如果佢都系咁样蚀就，但系我未到惊讶嘅，不过我系觉得可惜咯，系咯。嗯，哇，有个听众仲包括我心喎，系，特信叔讲啊，计数你计啊。
唔係因為阿 Kento 佢計嗰樣嘢就係話總 budget 係21.89億啦，咁啊總票房係63.6億啊嘛。咁、但係你票房本身比戲院計咗一半噶啦嘛。嗯。點解唔啦？係啊，咁然後你仲要同發行拆帳咧？然後你21.89億其實係未計 marketing 噶嘛？佢哋呢個規模嘅電影嘅 marketing 其實8000萬到1億係唔出奇嘅。嗯。我覺得如果你去到 JL 啊 BBS 嗰啲，佢擺過1.5億都唔奇噶。嗯。因為有個宣傳費用或者 marketing 費用嗰度其實條數好大嘅，咁我嗰時就係唔係 count 咗喺嗰個成本嗰個位置咯。呢度係咯，呢、這個都要留意票房呢度都要睇埋呢個數係啦。所以其實你當佢63.6億票房，你當佢三成咧，嗯，六三十八佢咪收咗18億翻嚟咯。因為有啲大數學家咧喺 YPR 吹水區嗰度話咧，賺一半啦，即係票房係收翻一半，咁嗰啲真係大數學家嚟嘅。即係如果你可以收翻一半嘅話，你就好撚惡噶啦。即係求證又係你啊，咩旁證又係你嗰啲，你先至可以收翻一半嘅啫。咁你要同發行拆噶嘛，你要同人哋對拆好多好多渠道噶嘛。嗯，係啊，大概係不值成三咯，差唔多啊，真係，因為你預你收到翻嚟係三成左右啫嘛。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冇得賺嘅。咁但係好多人就話還我 DCU 啊嘛，不過啲後話啦，唔講嗰啲茶粉嗰啲㗎啦。我哋直接嚟講呢個閃電俠啦，因為都夜啦開始。咁啊，南瓜仔裝到就繼續裝啦。嗯，係啊。咁係咯，我哋講下古仔，還是大家講下感想先咧？交俾打手咯，我都係。係咯，啊打手你講下，你分享下先，因為你係最感動嗰個嚟咁應該係。讲个古仔先啦，系咯，咁啊打手你讲下啊。咁啊个古仔其实一开头咧就讲啊，Barry Allen 就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去买早餐，咁但系咧平时 serve 开佢嗰个姐姐咧就唔喺度，嗯，咁啊，然之后当佢同今日 serve 佢嗰条友喺度纠缠紧嘅时候咧，阿 Alpha 就打俾佢，就话佢要出动啦，闪电侠要出动啦，咁样。嗯，咁中间佢就交代咗话，诶，点解唔揾阿 Bruce Wayne 啊？咁啊，话佢追紧另一个贼，咁点解唔揾阿Wonder Woman 啊？咁啊 ，Wonder Woman 又揾唔到咁样嘅，咁啊，搞咗一大轮呢啲弄弄之后咧，咁啊，终于要出发啦。咁啊，佢因为佢临时能够出发，咁啊，闪入个厕所度换衫，跟住，我觉得呢个位其实好捻戆鸠嘅，已经系，因为佢闪入厕所换衫，跟住即刻闪翻出去条大街度噶嘛。嗯嗯，然之后佢喺大街度准备助跑咯。嗯，你何须有咧？你嗰时都跑紧噶啦，嗰阵系咯，又系系喎，你讲翻又系喎，呢、這个系啊，你本身又跑紧，跟住因为嗰一幕，我觉得佢系为咗要做个 intro 出 flash 嗰个 logo 啊，跟住中间加少少 gap 位就系俾人认得佢啊，跟住抌支 energy bar 俾佢啊嗰啲。嗯，但系佢出嗰个 logo 嗰下咧，第一次出唔嗰个 logo 要再出嘅话，我啊觉得几得意嘅嗰下。得意嘅，得意嘅，但系嗰一幕系为咗要做而出现嘅咯。系系，同埋个起跑动作系咪本身系咁冇理由？系咯，呢个麻烦咗。其实 Fast 个起跑动作系咪本身系咁咧？呢个摆明系导演参落去嘅。你当佢系 running gag 咯，因为佢临尾冇咗个能力喺个lab 嗰度都系咁跑噶嘛。系个动作，我唔知个动作乜系咪本身系咁嘅？点解动作啲怪怪啲？我觉得噶啦，我觉得即唔系重点嚟嘅。嗯，系。嗯，系咁跟住阿 Flash 就去咗间医院度就解决咗个危机啦，中间又救咗好多好假嘅 B B 啦。嗯，系啦，咁搞掂咗间嘢之后咧，咁啊。另一邊戲其實我自己係幾中意嘅，就係阿Ben Affleck 嘅Batman 啦，就喺度追緊嗰個賊咁樣啦。嗯，又係唔知諗住擺啲咩毒氣出嚟咁樣嗰啲咁嘅諗樣嘅。嗯，咁嗰段追車戲我自己係幾中意，好好睇啊！嗰段就係嗰段好睇，係啊。特別佢有一下咧，咪架嗰啲罪犯啊車幾乎炒落去啲小學生度嘅時候，佢咪攞個路障逼佢轉彎噶嘛。嗯，跟住佢自己都轉彎過去噶嘛。四驅車啊嘛。跟住啲小學生咪睇到哇咁樣嘅，嗰一幕我都睇到哇噶。係啊係啊，嗰幕好正喺原題真係。咁然之後搞一大輪 Batman， 雖然捉到個反啦，咁啊，但係你都跌緊落去條橋度，跟住又大家即係苦苦掙扎咁嘅時候，咁啊 ，Wonder Woman 就唔知點解突然間講到啦。嗯，
系系啦 ，Alpha 本身揾佢唔到噶嘛，系系啦，咁啊嚟到救咗佢哋，跟住中间搞咗少少 get 咁样，跟住就完咗，系啦呢一段攞真言成索喺度玩 get 嗰度啊嘛，掂到啊掂到佢几个几个讲晒自己真心话啊嘛，嗰下又 OK 嘅，嗰下我笑咗嘅嗰下我，系但系。我覺得有啲多餘嘅嗰個笑位，我覺得唔夠都得嘅。咁冇嘅，你講呢套佢某啲位係行輕鬆通啲，我又還好嘅我自己。係咁啊 ，Trilon 就話耷耷識飛，係飛噶。如果識嘅咯，一個白色咩？係咯。係啊，佢而家設定係識嘅啦，而家佢一個白色口係咯。識㗎啦，識㗎啦，係啊。係啊，對翼係咩啫嘛？對翼係嗰陣時另計啊，係咯。咁啊，完咗嗰段之後咧，咁啊 ，Barry Allen 就翻到公司，跟住就又因為遲到又俾阿頭屌啊，之類嗰啲嘢啦。咁啊，唔重要嘅。之後咧，佢唔知放 lunch 定點樣樣嘅時候咧，一出去咧就突然間有個西女人行過嚟喎。嗯。咁啊，西女人就係呢、這個Iris West 啦。我女神，艾亞嫂。咁啊 ，Iris 就走去同佢講話即係。關於佢爸爸嗰單案件嘅嘢，咁啊，佢依家因為其實係個記者嗰類咁嘅嘢啦。嗯。咁阿 Barry 就同佢講，其實我唔想提咁多嘅。咁但係阿 Iris 就話：啊，其實我唔係用記者嘅身份嘅，我攞朋友嘅身份嚟問你嘅。咁樣啊，講咗大輪廢話嘅其實。唔係佢嗰下就係想戳料，想戳獨家料，點知人哋就彈鐘彈走佢，佢就即刻轉態啦。啊唔係，其實我唔係用記者問你嘅，我朋友關心你啫嗰下。嗯，唔好意思啊，大家好，我唔好意思啊，迟咗。我想讲咧，嗰下我睇咧 ，Iris West 嗰种臭咧，屌佢老母系仲臭臭过 TV 版喎 ，TV 版已经够虾人憎啦，但系电影版佢嗰句，哎呀，我而家用朋友嘅身份，同你饮嘢，即系唔系问你嘢，佢之后都系问佢嘢喎，屌佢老母，即系臭噶、哦，好似睇 IT 狗嗰个咧，喺度攞部手机音啊顺嗰个咁款嗰只 feel 咧，唔系，我觉得喺公司门口嗰阵时咧，都未咁臭嘅，嗯，喺 Barry 屋企楼下嗰次咧，就真系好大镬啦，嗯，喂，呢个时候好彩啦，即系。我哋都近嚟少啲听众用呢个 emoji， 大家而家系啦，呢、這个 moment 可以俾大家应用到呢个会员 emoji 个臭字系啊。同埋我哋系加成咗嘅，就系、是、真系好丑样，条女真系好想掉佢落山。同埋我觉得如果佢就算靓喺度，佢都系黑人憎嘅。即系你之前抢我哋睇过佢抢仔咧，你唔觉佢咁黑人憎嘅原因系因为佢冇出过声啊嘛。系系。哇！呢度佢几次出嚟咧，都系哇！即系好似 chat room 咁讲咧，可能系2099咧要弹出嚟话系啊，呢一个系个 canon event 嚟噶，Iris 丑系个 canon event。canon event， 唉，系怪嘅嗰下系咯。咁啊，但系喺言谈之间咧 ，Iris 其实就启发到阿 Barry 啊，就系、是。关于到如果佢可以改变到一啲过去，嗯，咁就可能会帮到佢爸爸啦。特别系因为其实Bruce Wayne 系帮佢将闭路电视嗰条片就修补咗，嗯，咁就变咗条清晰嘅片。但系佢爸爸因为冇抬高头望过个镜，戴住帽，咁就冇办法证实到嗰个男人系佢爸爸，嗯。咁啊，所以個不在場證據就應該唔成立。咁啊，然之後阿 Barry 就諗佢係咪其實可以改變過去咧？特別佢喺Zack Snyder 嘅 Justice League 入邊，佢係改變過一次噶嘛？嗯，嗰個 point 係一路都知係可以改變過去嘅，但係佢係阿 Iris 係所謂叫 inspire 到佢。點樣可以改變到過去，但係又唔影響太多呢？因為佢就係擔心一改變咗過去就會有好大嘅分歧啊嘛。嗯，因為嗰下就其實我改少少嘢就得噶啦喎。咁就例如將話嗰個番茄醬擺翻喺佢老母嗰架車仔嗰度啊嘛。嗯，咁嗰下就 inspire 到佢做呢樣嘢嘅。嗯，係咁啊，亦都喺呢度就交代翻，因為畢竟佢係即係第一套 Flash 嘅個人電影啦。咁就喺呢度就交代翻咧，就其實佢身世咩事啦？就是、有一日佢細個嘅時候，佢媽媽同佢出去買嘢，買完嘢翻嚟就發覺買撚漏咗罐番茄，就點佢老豆出去買。跟住阿 Barry 就翻上房打飛機，佢老豆出咗去買番茄。Barry 翻咗上房玩啫，係啦係啦，大家冷靜啲，係啦係啦。
系啦，跟住然之后，阿佢老豆翻到嚟之后咧，就发觉阿妈俾人捅咗一刀，嗯，跟住就死鬼咗。然之后就啲差佬就觉得系佢老豆做嘅咁样啦，嗯，系。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喺之后喺JL 就一直带住条线，点解佢话想帮老豆打官司啊嗰啲嘢啦。哦，阿新叔话啊嘛，佢老豆叫佢长进啲，跟住阿新叔就话我已经 CSI 嚟噶啦，系咯。系，我唔知想点。咁我自己睇呢段嘅时候咧，我开头睇咧，我觉得冇乜嘢，即系都系 Barry 佢一贯嗰个古仔啫嘛，好似冇乜嘢咁啊。嗯，我睇下，我突然间发觉系咪同漫画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嘅？系因为佢老豆落车之后系听到佢阿妈惨叫噶嘛。嗯，其实喺个时间点上面，佢冲入去之后吉鸠佢老母系得噶。哦，都系嘅，都系。系啊，即系其实佢有个 CCTV 做证嘅话，佢都系可以吉鸠佢老母噶。即系你谂紧呢个唔该想玩扭桥咁样啊？唔系啊，你有样嘢细思极恐噶嘛？佢谂咩咪话证实到佢老豆无罪释放咁样嘅。嗯，系。你细思极恐嘅位置就系佢到最后都冇同你开估，到底系边个杀啊？佢老母噶。同埋我谂，依家即系传咗好多嘢，就系例如，即系依一度可能已经改咗原本，即系你嗱，我哋好熟悉或者动画版都系可能系逆闪落手噶嘛，所以先有成件事嘅推进或者其他嘢啦。我怀疑，即系亦都有人怀疑就系话啊，因为依一套嘢可能原本都想写真系 Barry 嘅原创故事、起源故事，然之后可能有逆闪出嚟嘅话，个故事会顺啲，但系而家又要改到咁样啦，所以冇佢冇去揾凶手，或者佢冇尝试同我哋讲佢系揾个凶手，但系揾唔到或者系点样嘅，即系你例如得Batman 嗰边嘅，佢系真系知道边个杀佢父母噶嘛，只不过佢唔去报仇或者后边有好多阴谋啊嘛，依一度系直情系特登鬼引咗，可能佢直情系好似 cut 咗咁，唔同你讲边个系凶手咯，或者佢如果去查个凶手，或者佢可以叫阿 Bruce 去帮手查个凶手嘅话，成件事去到后边会顺少少嘅。系嘅，系嘅，呢样嘢系。但系当下睇嗰阵，我系唔觉话有太多问题。呢度都系散场嗰一谂先，有少觉得好似处理得争啲啲咁样，我都系。因为佢去讲翻佢阿妈嗰啲嘢，同我阿爸啲嘢咧。是做得好的，嗯，是因为你 DCU 咁多套是冇一套是即系啊，我哋有睇过啊，即系阿 Bruce 个父母点样死嗰啲嘢啦，但系冇依一度讲佢个 background 系讲得咁比较好咯，嗯，但好老实，我唔系好接受到 Barry 翻到去，佢唔会谂住睇下系边一个怼自己老母呢一下咯，系依一个系嘅，咁、哦、但系佢。因為要集中在大細 Barry 嗰度，我覺得我唔知係因應劇情佢要 cut 啦定係點啊？但係依一個如果佢真係有齊，係真係查唔到咧，咁後邊啲嘢會合理啲。但係就係啊，我覺得如果佢見到個有個人影，即係有條友戴住帽咁樣跑走咁樣，咁、我覺得件事可能會 make sense 啲嘅。我覺得幫佢勾嘅，我覺得幫佢勾嘅，因為佢就係話要。用最微小的改動，不希望我時間線有大的改變，那 that's why 他只是把個番茄醬擺低就走了，那個 point 本身是成立的，但是這件事又太大安之義了，喂，我都入來殺你了，那如果我真的是個大盜的話，就算多了個男人在這裡，我就你老爸老母一起殺了你了，你不能夠假設就是說啊，那個賊當然是見到他一個女人才進來了，如果我老爸在這裡，那個賊就不進來，這件事本身是不成立的嘛。系啊，同埋，即系你过去望下啫，冇叫你要当下阻止佢噶嘛。睄下好啦嘛，系啊，睄下咁你屌，跟住翻去现代嘅时候打柒佢咯。系，即系当然啦。你话佢喺嗰阵时见到有人跑走，然之后 flash 追唔到一个人，又系唔合理嘅，即系都难解决嘅件事。嗯，系。但系我唔系好接受到佢连望下都冇打算望嘅。系。咁、之后就係阿 Barry 就同阿 Bruce Wayne 就商量话，即係佢想改变过去嘅呢个想法咁样啦。咁阿 Bruce 係反对嘅。特别阿 Bruce 即係阿 Barry 同佢开嘅嗰样嘢就係、我甚至乎连你嘅爸爸妈妈都有机会拯救到。咁但係阿 Martha 讲埋嘅话可能唔俾呀。救晒啲 Martha。
但是 我自己觉得这套戏里面Bruce Wayne 跟他讲的这一段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过去的东西就是成就了我们现在。过去的伤痛成就了现在他们。还要讲这句话，那个是 Batman 来的，是啦。是。这个见到他的了。但是太可惜，他妈是叫 Laura 不是叫 Martha 咯。如果叫 Martha 就会同意了。即是怎么整个 JL 的人全部阿妈都是叫 Martha 的。即是你阿妈不是叫 Martha 不入得这样吗？整个 DC 所有老母都是叫 Martha。唉，咁冇咁疯狂，系咯。但嗰段文戏系正，我中意。我想问你哋觉唔觉嗰段戏嘅 Ben Affleck 咧个样好残，好似俾人榨干咗咁样。喂，佢日日要即系每个礼拜要打四次村庄。我嗰下都唔想谂呢啲嘢，但系我嗰阵时都有少觉得好似有啲块面有啲裂喎，好似有啲瘦咁，系咯。咁啊补拍嗰期噶嘛，好似系咪？系咯。我有同阿南哥讲咧，我话哇。他這個樣子還殘過羅伯仔那套 Batman 呢，就是羅伯仔不夠睡嘛，但他的樣子是夠睡，他的樣子是夠睡的，但夠睡得來很殘，就擺明是攻打村莊而成的，就是我不想睡了，不要啊，不要又叫我訪睡啊，這樣吧。用一个故事的设定噶嘛，阿 Alfred 都话，即系或者佢都系唔够，成日唔够瞓，要睇住嗰咸噶嘛，嗰咸即系你瞓一瞓，然之后有人爆病毒，咁系真系好攰嘅。咁但系咧，我想包藏我心啲就系、是，作为即系依一个 DCU 嘅肥 band 咧，咁佢亦都喺好多唔同阿度嘅，佢好似，但系佢 band 名系真系好似瘦啲喎，比起阿查度嗰度。但啦，查到我哋之前啦，都笑過佢啦，即係話的搭的士啦，或者點啦。嗯。今集阿肥 Ben 無論喺文戲啦，即係同阿 Barry 之間嘅對話嘅方面啦，即係阿 Barry 同佢講話咁我哋可以傾多啲咯。咁今次唔好啦，不如下次先啦。你呢啲對話係見到佢哋兩個真係朋友嚟噶嘛？嗯，係。而唔係好似即係你喺Snyder Cut 嗰啲咧，你見到佢哋好似唔知做乜嘢咁啊？即係。即系当然啦，系啦，系啊，我就想讲咧，即系依一个导演咧喺依一啲咁细嘅地方已经睇到佢可以拍到查到嘅设定，但系佢唔使用查到啲戇鳩嘅导演手法，所以咧我系好中意依一个嘅肥 band 嘅呢个蝙蝠侠喺依一度嘅。系咁，我又觉得咩嘅，即系因为毕竟佢承接住Snyder Cut， 咁多咗一段时间，佢哋个关系变咗又。都可以理解的，即你当嗰阵时系啱啱加入 JL， 然之后新仔，咁阿 Bruce Wayne 可能都仲有啲当佢系僆咁样点，咁但系合作开咗啦，大家惯咗嘅时候，咪可能会好啲咯。嗯，喺医院嗰阵时，阿 Baby 都喺度讲话咩？你系咪当我系嗰啲工人咁样点啊？嗰啲咁样讲，我系打杂啊嘛，佢话系话佢系 JL 入边嘅打杂啊嘛，系咯。咁即系去到嗰个时间线，佢都系谂紧呢样嘢嘅。其实反而但噏得出呢句嘢，可能你可以当佢熟咗嘅，唔熟应该噏唔出呢句嘅。都系嘅，还可以啦，我觉得都系。如果系熟而真系认真咁讲呢一句咧，咁呢个就唔系 Flash 系 A Train 噶啦。A Train 即系嗰个系 Homelander 嚟嘅嗰个啊嘛。我哋主持们自己有讲笑咧，入场话，我入场睇 A Train 啊，我有咁讲系啦。但我覺得佢依一段嘅對話係寫得好嘅，因為即係頭先講話過去嘅傷痛係定義自己，佢亦都即係勸阿 Barry 就係話你冇咁啦，即係我哋可以去傾下或者點啊，或者佢向前嘅啦，唔可以再諗以前。即係嗰個仲有喺度講一樣咁啊，就係而家我哋做嘅係向前，就唔可以諗翻以前啊。以前嘅就造就咗先有而家嘅我哋嘅咁樣講。嗰段簡簡單單傾，你又覺得佢有個角色個牽绊又講到。仲要入面讲的那段文戏真的很好看，其实不是你这些是补拍的嘛，是不是这个位置相信是咯，相信是咯，如果你补得来但是那些文戏又接得那么好，我又觉得写得 OK， 是真的比个手指功 good 的，真的是咯。还有某程度上你觉得这个都有一定年纪有一定经历的 Bruce Wayne， 他接受到他爸爸妈妈的离开，咁样样嘅离开啦，仲要系，然后佢可以引导后辈去个思想啊，嗰啲嘢，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前辈应该要做到嘅嘢。嗯，系，唔系 Codex 啊嘛，
係係係。佢咁呢啲係嗰段戲，我覺得寫得好嘅地方嚟嘅。嗯，係啊。咁啊，但係當佢過咗一段咁好嘅戲咧，一段好嗨嘅戲就出現啦。因為當阿 Boost 就同佢講，下次再講啦，跟住就揸車走咁樣啦。嗯。然之後咧，阿 Iris 咧就開跟到去阿 Barry Allen 屋企樓下喎。跟住又同佢講，我今次都係用朋友身份嚟同你講嘢㗎，咁樣。咁唔知做乜嘢衰鹹濕嘅 Barry Allen 咧，就即係落咗搭啦。咁啊，邀請埋佢入屋企啊，咁搞咗一大輪嘢啊。咁總之最尾佢就真係喺嗰度咧，就叫做諗到個方法就係、是只要我俾翻副番茄俾老母，咁就一切都光曬咁樣，瞓、醒就搞撚掂啦。嗯，係啦。咁啊，所以佢就翻咗過去即係古代啦，姑且稱為係啦、以前嗰度就改變咗一樣嘢啦，就俾翻罐頭俾老母啦。咁啊，因為其實。系，你讲，你讲，你讲。我想提一下咧，因为我唔知道你哋开场嗰阵有冇讲佢神速力嗰个表现啦。因为佢回到过去嗰神速力嗰表现咧，唔系我哋以前睇，即系无论系 Star Cut 又好，或者系我哋可能比较睇得比较多系 TV Fresh 都好，佢个表现系变咗啊！佢系一路跑完之后，佢嗰个变成一个时空换啦，佢称为，然之后咧就360。到依個幻會立體電影院就俾你去揀唔同嘅地方出去，咁我覺得依一個嘅呈現手法，導演選擇嚟用咧係幾有新意嘅。咁亦都咧佢因為用咗大量嘅 CG 喺入邊咧，就可以令到一啲嘢咧唔需要用真人拍得咁清楚。我亦都覺得佢依一啲就位算係咁樣咯。嗯，但係時空門嗰啲 CG 係真係好鳩。是真的好CG的，冇得講啦，真的很膠的。佢擺出嚟嗰，因為佢係有好多個唔同時空，即係同一個時間點，但係唔同世界嘅人出現噶嘛。同一個人，你會見到佢 copy 咗好多個出嚟噶嘛。嗯，真係 PS2 咁樣嘅有時。我必須要同大家講，大家真係要翻去睇《小丑回魂》呢、這個導演嗰啲星力鋤嘢嚟㗎，即係佢一出嗰、那個。時空碗360度環迴影院，然後加啲好鳩嘅 CG 咧，真係呢個導演嘅聲力場嚟㗎。嗯，係啊。不過唔知會講早咗啦。今日我又再見到啲新聞都話，因為坊間係多人批評話，喂，即係套嘢好睇，但係啲 CG，好多人話喂，好似啊講笑咁講，你真係好似係咪一個星期咁樣整出嚟咁樣㗎？啲 CG 幾流？咁跟住見有啲新聞講話嗰個 CG 佢哋執嗰個時間原來真係勁趕，所以都真係嗰個時間俾翻嗰個出品咁樣咯。即係有望睇下會唔會第日可能出碟啊，或者上串流嘅時候會再執翻好啲啦。呢啲啊真係要係咯。但係啲 CG 係唔係咁你咁講，你 Marvel 有啲都係咁樣上到 on demand 嗰時都有執一執嘅，咁好多戲都係會再出另一個 version 嗰時就再修復下咁樣會有咯，係咯。但係而家就話係有呢個問題嘅。因為我第一眼覺得好明顯咧，就係個 BB 放微波爐嗰下，係真係哇！原來佢哋個我當係特色啦，即係啲 CG 嘅 level。但係就算係咁樣，你睇佢神速力唔同顏色嘅表現啊，或者佢閃嚟閃去嗰啲嘢，或者而家講到嘅劇情就係話佢翻去嗰一下，將嗰個番茄醬擺翻佢阿媽個車上面咧，其實嗰啲特效我唔覺得係特別難睇嘅。但系后面再有啲位置或者嗰度某啲位置都会睇到系争啲咯，系当然啦，系会都有。系救 B B 嗰下，救 B B 嗰下导演话系特登噶嘛，佢话就系想展现神速力嘅世界扭曲咗之后，身边啲嘢会变成咁啊嘛。嗯，但系嗰啲动作设计上面咧，将啲 B B 执咗一排喺度，然后一排咁样推上推晒走嘅。嗰、那個動作我又覺得幾低，初中我覺得啊，即係整個咁全部浮空曬喺度，好似慢慢砌 LEGO 咁樣逐嚿搭下搭下，好似有啲古怪。但係到最後佢真係一架嘢推曬全部人嗰下，我、哦、原來你想咁玩，咁我覺得幾過癮啦嗰下。係。咁跟住係啦。之後佢就喺個時空碗度咧，即係諗住走佬噶咋，擺完罐頭諗住走佬噶啦。點解喺時空碗度咧，突然間咧有一個即係？
一男一忽啦，周身都系嗰啲尖刺嘅人咧，就冲出嚟就打咗佢一拳。嗯，咁所以咧佢就飞咗过去其中一个时间点，就跌咗出去。嗯，咁佢然之后佢就发觉咧，就去咗一个佢即系佢以为自己翻咗去本身嘅世界。嗯，应该系啦。咁然之后佢就翻屋企睇下咁样啦。咁啊，又的确见到佢老母同喺度咁。咁誒嗰段其實我覺得個鏡頭係攞得好嘅，即係一直影住阿 Laura 咁啊，嗯，係老母啦 ，Laura 個背脊，跟住影住老母個背脊，跟住阿 Barry， 跟住就反翻過去影阿 Barry 慢慢行過去，跟住然之後佢就即係拍阿老母個膊頭嗰啲咁樣。咁其實嗰段係靚嘅，嗯，但我覺得慘係慘在乜嘢？我睇到嗰一下咧，我喺戲院嘅時候我就望住，唉，真係好可惜。如果Fresh 的電影真是2017年上，我2023年再有一套，我在現實中的時間，我知道 Barry 死老母是都在現實中我都過了6年了，而不是你套戲30分鐘之前跟我說他死老母，30分鐘之後他們再遇，那種感動是我覺得打了折扣的，對我來說是。同埋你見到咧嗰一下，佢係播翻佢話佢好中意細個佢嗰首音樂噶嘛，連埋阿媽見面其實係好感動噶嘛。即係我都係一路睇一路感覺就係話，屌你老母查到耽誤咗成個 DCU 10年啦！你如果係真係依一套嘢係有一個起始，我當啦，真係有我當係改埋劇本打逆閃，就係講佢話啊，真係realize 到佢阿媽當年係死係點樣嘅，然之後你第二套就係 Flash One， 你見翻佢嗰下咧，嗰個感覺應該係會乘以10嘅。但係即係我都唔怪導演或者係編劇，因為佢喺度已經係將用大小 Barry 依兩個plot device 嚟用嚟令到大家可以睇翻依啲起源同埋嘅成長，係已經十分之好噶啦。但係真係你睇一你越睇你就覺得查到你真係擔唔曬成個 DCU 咯。嗯，系讲开大小 Barry 咧，我哋就要加速咧剧情啦。咁啊，见到老豆老母好开心啦，然后就见到条傻仔咧喺个门口出边，佢就即刻制止佢。点解咧？原来佢咧呢个就系佢读紧 Year One， 啱啱升上大学嘅 Barry Allen 嚟嘅。咁佢就系即刻喺间房度交代翻啦。咁原来呢个 Barry Allen 咧，因为冇死老母啊嘛，咁就唔系好似呢个 Barry 咁咧咁 dark 咁 blue 嘅。啊，係一個hippies 嚟嘅，咁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就知道咗，哦，原來你係有超能力嘅。咁啊 ，Barry 咧喺當刻咧，亦都係用住一個舊 DC 時間線嘅概念啦，嚇，其實佢未學識原來係以粉咁樣嘅，咁佢就諗住啊，我要幫呢條契弟攞到神速力，所以就潛咗翻去佢哋 CSI 嗰個 lab 嗰度咧，就要俾雷劈。嗱，咁啊大家都知㗎啦，對 Flash 係點樣攞能力㗎？就係、是、俾雷劈啊嘛。咁就喺俾雷劈嘅過程裏邊咧，終於都幫呢個 Young Barry 咧攞到能力，但相對地咧，佢本人咧就失去咗呢個能力，所以咧中間咧就會有一段咧點樣好似一個 mentor 咁去教一個後生仔去攞翻呢個能力。咁呢段咧，我哋咪後有同阿南哥講過，就係話好似劇集版 Flash 咧，阿 Tom Cavanaugh 去教阿 Grant Gustin 嗰段戲碼咁樣嘅。嗯。係啦，咁但係嗰段都拍得有趣嘅，即係講佢冇剝光珠，然後搞到六車連環大傷撞，成個城市停電啦。咁嗰段都 so far 都有趣嘅。嗯，係。同埋你見到阿 Isa 係真係好演技咯，即係你睇到佢完全係演咗兩個唔同嘅 version 啦，你唔覺得係有任何嘅突兀？仲有即係例如佢一啲對白咧係寫得好咧，即係例如佢見住而家 hippies Year One 嗰個 Barry 咧，佢就你唔好講咁多嘢啦嚇，你唔好成日喺度講咁多嘢咧。然之後佢突然有個覺悟啊，就係話：哎呀，原來其實啲人就係咁樣叫我嘅。原來我係咁樣噶，哎呀，真係即係見到依一啲對白或者依一啲對戲，佢兩個唔同嘅表現係開始令到套戲你覺得個氣軌走落去咧，依兩個角色係做得好咯。我见呢两个点样相处件事系带到落尾都系好睇嘅，其实系啊。咁啊，当然跟住欢乐嘅时间过得好快啦。嗯，就佢哋就突然间有一日就睇新闻咧，就系、是、呢个 Journal Shot 咧就卖广告啊，同大家讲我哋要揾一个人系啦，唔交翻嗰个捻人出嚟嘅话咧，你哋就冚家铲咁样。嗯，系啊。咁佢就
係係話咗冚球鏟就冚球鏟啦，咁跟住佢就好賴賴曬屎啦，就諗住，哎唔係喎，我有班 friend 全部都有超能力嘅喎，除咗黑色嗰個之外，咁佢就啊逐個打電話揾佢哋啦，咁點知佢改動咗時間線咧，佢發現原來有啲嘢咧，即係就算 before death 嘅嘢咧都會改變咗嘅，咁啊水水俠就變一隻狗啦。就因為阿水水俠個老豆就溝唔到阿力誒力力哥傑曼啦嚇，就變咗只狗啦咁樣，咁跟住啊又冇咗超人喎，揾唔到喎，又揾唔到執執喎，阿西博哥啊即係軒哥最中意嘅西博哥又未變西博喎，咁所以咧就冇曬朋友啦。咁但係唔驚啊，我知道 Batman 係邊個，咁就去呢個韋恩莊園嗰度咧就揾呢個有錢佬啦。點知咧，去到韋恩莊園咧，就發現哇頂呢、這個 Batman 唔係我認識嗰個 Batman 喎、哦，咁啊除曬褲嘅我咧，就終於見到阿 Michael Keaton 啦。嗯，啊唔知打手有冇感覺啦？少少，因為嗰陣時佢個 look 始終太過 Man in Wild 嗰種感覺咧，未好有 feel 嘅，係嘅，未變翻大家慣常佢個樣啊嘛。系啊，咁啊，然之後就搞咗一大輪嘢，佢又多用意粉去同阿 Barry 佢哋解釋，即係兩個 Barry 解釋咗到底改變時空嘅嗰件事係點樣，就係你會改變埋前後。咁而當你改變咗一樣嘢之後咧，佢哋啲意粉就會交錯咁穿埋一齊，咁最尾咧就係一盤即係打曬棘啊，咁就解決唔到嘅咁樣。咁呢個就亦都確立咗呢套電影嘅一個時間觀啦。係係，嗯。系啦，我系有啲觉得咧，如果 marketing 咧冇将所有嘢爆出嚟咧，我喺嗰个位置应该会更加之惊喜嘅，系啦。佢爆出嚟咩？呢个佢 trailer 爆晒啊嘛，嗰阵第一个讲晒噶咯。系啊，个第一集第一个 trailer 系冇讲 Michael Keaton 噶，即系传啫嘛。哦，你话 Michael Keaton 爆咗出嚟。咁但係佢之後即係無論之後第二個 trailer 已經係爆曬Supergirl 同埋Batman 出嚟，我就覺得即係如果你俾我入場睇會好啲咯。不過呢位你講啊嘛，係咯，呢位有樣嘢我再睇落去就知道呢個原來係 Bruce Wayne 咯。嗰下因為我係帶咗少包袱係 Flashpoint 嗰套電影啊，即係動畫嗰套，我原本以為翻嚟。呢、这个会是 Thomas Ray 咯，我系谂呢样嘢，咁后来整一整下，哦，原来真系 Bruce Ray 嚟嘅，咁甚乎大家都唔难理解啦，佢揾咗 Michael Keaton 翻嚟，咁叫翻去做 Bruce Ray 啦，亦都要古仔唔特别想带 Thomas Ray 即系变咗 Batman 嘅嗰节咯，咁但系我自己咪本身套 Flashpoint 我好中意嗰个桥段，咁有啲可惜嘅，我觉得，但系都整体 OK 啦，我觉得即系去做、即系呢个 Bruce Ray 都整体 OK 嘅，其實呢度係有個哲學問題嘅，正如阿 Matthew 咁講，佢話改咗老年版 Bruce 係好奇怪，其實唔係㗎。你諗真啲咧，因為肥 Ben 嗰個版本咧係 Dudley Return 嘅版本嚟嘅，咁即係話乜嘢咧？啊，查到講啊嚇，我引用查到啊，佢話 Dudley Return 肥 Ben 係 Dudley Return 嚟㗎嘛 ，That's why 咧應該係老嘅嗰個嚟嘅，即大家再有睇 Dudley Return 啦，你知道佢係白曬頭髮嗰個嚟㗎嘛，所以其實應該係咪係啦，應該係。阿肥 Ben 唔夠老，而唔係阿 Michael Keaton 太老，咁所以咧，相對地咧，應該阿 Michael Keaton 先至係 Dudley Return 嘅嗰個年紀嚟嘅。係，佢嗰度仲要咁，佢一來佢講啦，二來都見過有個羅賓死咗噶嘛，嗰件衫。嗯，係咯，所以嗰個佢都成日嗰時啲人又係叮到成地，啊呢、這個係 Dudley Return 嗰個咯，Bruce Wayne 嚟㗎咁樣，咁其實係佢後生嘅仔，倒翻轉，係咯。咁啊，之後佢哋就唯有即係因為既然冇超人啦，咁啊佢哋亦都要諗辦法點樣解決啦。咁所以佢哋就借咗個 Batcave 嚟搞啲嘢咁樣啦。玩 Google 咯，係啊，佢哋嘗試下去揾到底超人喺邊咁樣啦。你睇到用嗰啲電腦一定用啊，韋恩大爪一部實快噶嘛，係咪？係咯。咁啊，呢度亦都好，我好中意嗰個彩蛋嘅就係細 Barry 咧，佢就揾咗個竹架嗰個袋出嚟，一打開喺度笑嗰個袋啊，係啊係啊係，係啊，咁啊呢個就要睇89年啊嘛，嗰套應該係嘅 Batman 係啦。佢其實嗰度都好睇嘅，即係你淨係睇下 Ezra Miller 佢兩個點樣喺個 Batcave 嗰度對戲啦。咁其實阿 Ezra Miller 老嗰個啦，老 Barry 其實係好憤怒噶嘛。
點解你可以得到呢個幸福，但係你唔珍惜啊？同埋你搞阿媽送俾你嗰只公仔啊？咁但係相對地，其實你又會明白喎。Young Barry 係一個幸福家庭嚟㗎嘛？喂，我係 hippie 嚟嘅啫喎，我梗唔會理解呢啲嘢啦咁樣。咁當中嗰個對戲其實係真係好好睇，啲演技係好勁嘅。我覺得寫又寫得 OK， 佢兩唔係佢兩個，佢又做到呢兩個 Barry 又做得 OK 咯。係啦，然後亦都因為阿老 Barry 同阿 Michael Keaton 嘅一啲對白啦，一啲交接啦，咁阿 Michael Keaton 亦都好啦，我幫你啦咁樣，咁嗰度都幾毛管動嘅，即係阿 Michael Keaton 真係用啲戲去交代俾你聽咩係 Bruce Wayne 呢個人啊，就唔係查到嗰啲咧，成日用把對白講啊嘛，哎呀我好慘㗎，我死咗老豆老母，我真係好慘㗎，咁 Michael Keaton 就係摸一摸張相，然後就已經著翻個 black suit 啦。咁嗰度都毛管動嘅，我自己有少少，咁就已經話、我哋去俄羅斯度救嗰個超人啊咁樣。同埋仲要咩咧？佢話即係因為阿 Barry 點解會借 Batcave？ 佢話呢，佢既然係世界上最好嘅偵探啊嘛。嗯，即係我覺得你本身提翻呢一點已經係好有 feel 啊。係。He's the best detective of the world 咁樣，咁然之後，當佢搞咗好耐都搞唔掂，瞓著咗 ，Michael Keaton 就幫佢搞掂曬所有嘢。佢一瞓醒，隔離有杯茶同埋有佢要嘅答案喺度啦。係，仲沖埋杯咖啡俾佢。係啦，你見到嘅就係、是，喂，到底呢一個大前輩嘅嗰個實力到底係乜嘢咯？咁之後亦都係即係坐呢、這個飛機出發咁樣啦。啊，揸飛機勇闖俄羅斯噶啦。咁啊，呢個位其實都有個得意位咧，就係、是、其實Michael Keaton 嘅嗰個 Batcave 咧，唔完全係佢自己個 Batcave 嚟嘅，因為起碼個瀑布其實係 Christian Bale 嗰套嘅瀑布嚟嘅。嗯。導演係特登借咗個瀑布嚟用嘅。嗯。你當佢擴建咗咯。系，而家蝙蝠界兴咁样起法啊，系啊，之后啊，去到俄罗斯就搞一大轮，最尾佢哋就发现咗呢个世界嘅超人，佢哋俾人捉住咗嘅嗰个佢哋嗰个叫咩啊？黑星人，系黑星人，就唔系阿卡肯尼嘅，就系、是、一个女仔，咁佢叫 Kara 咁样啦，系啊 ，Kara， 咁啊。然後他們就嘗試救走他，因為 Barry 就覺得這樣留他在這裡很慘，而且其實 Barry 是喜談的，我扯了旗了、證明 Barry 在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底下成長的個品味是正常的，口味好一點是的，雖然他都想着扣 Iris 的嘛，是但起碼你看到一個美女之後，即你可能平時全部都是技能的加個 Iris 咁樣咩？咁你依家終於變翻原來正義係咁嘅樣嘅原來正義係咁樣。我想講咧，佢潛入去俄羅斯，或者唔係潛入啦，同嗰啲俄羅斯兵仔打嗰段咧，阿 Michael Keaton 版本嗰個 Batman 係處理得好好嘅喎，即係佢係糅合咗八九年版加 Dark Knight 嘅一啲動作戲咧，我自己就相當喜歡嘅。嗯。係佢啲動作係比較似八九九二嗰兩套嗰啲比較。即叫做生硬一啲啦，系系系，系啦，同埋因為嗰陣時佢話佢條頸其實係喐唔到噶嘛，嗯，咁佢嗰陣時嗰套衫嘅設計，佢條頸係喐唔到嘅，咁所以佢整體成個人個軀幹係一條柱喐唔到嘅，永遠都係要成個人轉動，咁我覺得呢個佢都保留翻多少呢個風格喺度，再加上佢譬如伸開對翼去擋子彈啊，跟住飛落嚟嗰啲咧，哇，全部都好感動啊，睇到，嗯。佢嘅動作係好清楚啦，易睇啦，唔會太黑啦，我唔會喺戲院度唔知佢喺度做嘢啦，係啊，所以就佢出場係打得十分之好，同埋佢最緊要係啲 BGM， 即係無論或者係坐飛機或者落去佢幾個人降落嗰陣，全部啲 BGM 都係襯得好好嘅。咁仲有動作啦，同埋即系 chat room 都有聽眾講啦，就係話佢當然啦 ，Batman 打要用 gadget 噶嘛，咁啊，但係佢一個八九十年代嘅Batman 啦，佢會用啲例如即係睇落好似部 call 機啊，但係佢啲破解嘅機器啦，佢掀開佢有掣撳嘅呢個數字掣咁樣嘅係咯，
咁然之後仲要阿 Barry， 即係佢嗰啲笑位亦都夾落去係搞好，就係話阿後生 Barry 就話：，我幫佢，我幫佢撳曬啲密碼啦，咁佢咪撳到咯。咁然之後仲有就係、是，我覺得最好笑亦都最緊張就係佢哋走嗰陣咧，阿 Michael Keaton 係攞把尺出嚟噶嘛，係突然間揞架撐出嚟一掹，嗰個黑色嘅一掹，原來尺嚟嘅，拉尺，係拉尺。然之後佢計原來計緊數嗰啲嘢，咁但係刺激同緊張咯。同埋嗰阿老爺係快到一下就計曬你，哦，得上到行，係佢真係心算快，好上去炸走到咁樣咯。嗯，嗰度好正，成段都好正。係啦，咁啊之後就上到天台，但係已經走唔甩啦，俾人圍咁樣啦。嗯，咁正當佢哋最危急嘅時候咧，咁啊因為吸收到陽光咧，咁所以咧阿女超人咧就即係。叫做蘇醒啦，咁就喺度打嗰班俄羅斯嘅士兵咁樣啦。急行雲星照得翻佢啊，係啊！哇，嗰一段 CG 係閪撚到點？佢打出去啲人飛走嗰下，我係咁笑。我當特色咯。我可能咧打咗個底，我還好係啊，即係我打咗個底，知道有啲 CG 位都係爭啲，所以我還可以啦。我自己係咯，打咗底。是真的很卡通的那一下即是那些人飛來飛去啊，即是下面 Barry 在打我都覺得、啊、好像他們兩個打得好看一點，但是外面那些是飛來飛去這樣咯，但飛來飛去即雖然CG是差一點，但是我覺得動作設計的動作是 OK 的，做得是的、嗯、還有、真的我們以前我們都有講過劇照位流出咧，嗰陣時候我哋覺得哇佢即係 Supergirl 著起啲衫啊或者啲嘢好似有少怪，但係喺電影嘅處理同後製之後，我覺得佢嘅演員嘅表現同埋套衫做出嚟都係好睇嘅，起碼係影靚同型都齊啊，兩樣嘢都係咯。嗯，係。咁啊，搞掂咗嗰段之後，佢哋就翻咗 Back Cave 嗰邊啦。咁但係阿女超就唔肯同佢哋合作，因為對女超嚟講就係人類捉走我噶嘛。嗯。咁你依家人類冚家產關我咩事？你哋死就最好啦，唔好因為你哋救咗我就諗住我會幫你哋。咁跟住，所以女超係自己走咗嘅。即係你幾個人類幫我啫，但係你其他人類都咩噶嘛？你只係幫過我嘅契弟。咁啊，女超走咗之後咧，咁因為其實阿 Joel Shaw 已經係同人類正接觸咗，咁就即係叫佢哋交個人出嚟啦。喂 ，sorry， 依度我要打住你。阿 Joel Shaw 佢嗰幾架有幾架飛機、戰機、艦咁喺度拍咗喺度噶嘛，拍咗跟住先同啲人好似企埋喺前面啲軍人談判嘛。哇，嗰三隻船啲 CG 真係離曬譜啊！即係好似而家我。好似而家我部电脑攞张960去玩 Cyberpunk 2077嗰阵时嗰啲画面咧，校到低清咁样，哇！嗰三架飞机真系唔得啊，哇！我都好觉啊，净系我睇到都。但你唔觉得佢嗰个阵容好似太空侵略者嗰只 game 咩？左左右右咁样腾下腾下咁样射晒啲兵仔，哇！但系嗰三只船真系唔得，希望就系有机会执执佢，真系喺度。诶，咁啊，然之后阿女超见到阿 Joel Shaw 咁样去屠杀啲人类啦。嗯、所以他都多少有些即有啲唔忍心嘅。系然之后佢翻到去 Back Cave 嗰度，咁啱又见到阿 Barry 咧，就即系大 Barry 啦，因为佢失去咗能力啊嘛。嗯，咁就叫阿 Bruce Wayne 咧帮佢做咗个设置咧，就系整咗只Batman 风筝，就引雷就劈鸠自己。嗯，咁就等自己可以重新俾雷劈，就获得呢一个神速力咁样啦。嗯。咁然之後咧，因為大家本身點解佢哋一定要翻去呢個 CSI 嗰個實驗室度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啲雷係劈中咗落去啲化學物品度，跟住再淋咗落去 Barry 度，係咁即係當然都有電埋落去啦。咁所以佢就有神速力噶嘛。咁、嗯、所以佢就喺自己附近又擺咗嗰啲化學物品啦，跟住然之後引雷劈自己咁樣啦。即案件重演咁樣，成個現場可以有嗰啲可變因素就擺翻曬喺度咁樣。系啦，咁佢劈完第一次之後咧就唔得嘅，咁佢就本身就叫Michael Keaton 嘅 Bruce Wayne 就電多佢一次，電多嘢咁樣啦。嗯。咁但係就因為即係呢個天雷嘅嗰個威力太強啦，咁所以 Batman 嘅器材都壞鳩咗啦。嗯。咁喺呢個時間咧，阿女超咧就翻嚟就抱起咗 Barry， 就帶佢飛上去啲雲層度，就等佢直接俾雷劈咁樣啦。等佢坐前啲去接受黄天击杀，系啦。然之后喺呢度望住，咁化学物品咧，可能劈咗喺淋咗上去啊嘛，当淋咗啊嘛。第一支浸咗啲噶啦嘛，
淋完落去，你好煮餸咁樣啫嘛，係咯，佢當係。你而家係鹹粉咁樣㗎，染咗一層咧，而家上去再炸下㗎嘛。呢個天婦羅啊，家陣。呢個零零八零嘛。喂，大家可唔可以唔好用咗主食嘅角度去研究 Barry 俾佢劈呢件事咧？唔系炸天妇罗，唔系你哋误会咗啦。佢呢度系零零杀嚟噶嘛？哦，天外飞仙啊嘛。系啊 ，Barry 佢已经俾雷劈完之后，细胞变咗大包啦，所以已经搞掂咗啦。咁、嗯、我还好啦，呢度其实我 OK 嘅，同埋佢普起上嚟讲系几好嘅，我觉得系。唔系认真讲，因为个Super Girl 太工具人啦，所以导演系正常要加呢一段落去嘅。嗯。是我同意，我同意，我纯粹是那一下戏院看的时候，我突然间出咗戏。我都有想一想到的，但是我当算了，当染了生粉拿上去炸得了。他不算是很大影响，但我觉得这些位置是可以执一执，即反正你抱他上去的时候，咪随手拿得一罐东西上去而已，本身。拿埋上去，跟住你落回来变回来就得了，已经。系啦，咁我覺得件事係相對容易解決嘅，本身係小沙石咯，但係都唔係問題嘅，即係無傷大雅嘅。咁啊，之後既然獲得翻能力之後，咁佢哋就即係同張蘇就決戰啦。咁啊，就係呢個 Michael Keaton 嘅 Batman 啦。咁啊，然之後大細嘅 Barry Allen 啦。咁啊，細 Barry Allen 咧就攞 Batsuit 咧就自己改咗件戰鬥服出嚟，佢嘅 Mark 一咩？佢嘅 Mark 一閃電俠戰服啊！系啦，咁啊，再加埋女超，咁就四个就同呢、這个黑星人就大打啦。咁啊，混战嗰场咧，其实我自己睇咗出嚟之后咧，我谂两个 fans 做出嚟嗰啲 CG 同埋动作都系唔好嘅，我觉得。嗯。但系其实佢有好努力将 fans 嘅招式重现翻出嚟。嗯。系啦，嗰啲咩龙卷风啊，双人劈啊，之类嗰啲嘢。嗯，佢有努力做呢啲位出嚟嘅，咁我觉得纯粹啲 CG 唔够好啫。但系佢未至于前面嗰三只船咁样咯，呢度都即唔系最好，但系都你睇到佢用喺边度咯，系咯，即系睇到佢烧咗啲 budget 喺边，主力边啲位咯。即系嗰场沙烧 budget 系咁样，系嗰场沙漠大战咧，我觉得好割裂啊！即系头先你讲，即系佢哋演技啦，或者佢场上打啦，或者系有某啲位我觉得好睇啦。但系咧放开咧，即系嗰啲后边啲外星人咧，同班美军喺度打嘅嗰阵咧，我好严重地有一种咧，好似睇阿塞林嘅一啲片嘅感觉啊！即系大家个个做自己嘢，好似大家唔关大家事咁样意思啊！即系当然啦，喺戏院睇嗰下，我会将个 focus 摆喺两个 Barry 同 Batman 喺度好搏命咁打啦。但系一去到例如 Super Girl 咧，打位系真系好工具人 feel， 就系佢打两下就要俾General Shot 去压制，然之后同你讲原来最尾系任即系太打唔赢嘅，咁就要Barry 同时就要见到Michael Keaton 就要撞機死啦，咁就佢話：，我要翻去，我哋兩個再翻去再改，咁就打啊或者 CG 嗰啲都係有啲係會令到我出氣，但係成個主軸我覺得還好嘅。嗯，我反而嗰下我原本以為係咧，佢哋翻個救翻啲人，跟住再覆桌再打去完件事，我原本以為係咁樣喎個走向。我自己覺得咧，因為佢分咗三條戰線啦，兩個 fans 係一條啦。咁佢哋嗰段其實我還好啦，覺得，因為佢哋都係打契弟多嘅其實。嗯。咁招式佢哋玩得多嘅，咁但係我唔算好特別覺得嗰段好好。Michael Keaton 嗰做嗰兩三段咧都係好精彩噶。Michael Keaton 嗰啲係最好睇 Michael Keaton 嗰 part 啊，反而我覺得係啊。即係雖然你話 Batman 放導彈，即係用部Batmobile 放導彈，然之後就俾人哋嘅保護罩擋撚咗，跟住之後就擊沉咗部飛機就死鳩咗咁樣。咁多少有啲即係激啲咁啊，嗰種係啦感覺喺度嘅。但係到 Barry 佢哋第一次改變咗個歷史啦，就同佢講唔好放導彈啦，佢有保護罩啦。但係第一次 Batman 咧，寧願自己炒埋佢，即係唔知佢有防膜。嗰下我會有種感覺係依個 Batman 佢唔係嗰種大家成日話喂淨係出嚟 call 的士做唔到嘢打唔到怪自己走先嗰只，唔係嗰種 feel， 即係佢係冇啊，我冇其他嘢用啊，咁犧牲自己，我又 OK 喎嗰個其實我覺得係咯 ，OK 嘅其實，但係佢第二次係真係好勁，佢隻飛機都係俾人打中咗啦，
跟住佢係緊急彈射出嚟，跟住之後空中跌落嚟，就即刻同其中一個大將打噶嘛。嗯嗯，跟住仲要佢係擒大將身體度，跟住喺佢個身上面係咁黐炸彈。嗯，炸彈人做炸彈人咯，係好精彩嗰下，佢炸咗三四下，好精彩。哇，好正嗰段係啊，好正。同埋你就見到嘅就係Batman咪就係能夠，即係雖然佢唔係最勁嘅黑星人啦，嗰、那個。但 Batman 就是有他的方法跟黑星人打的嘛，嗯，是咯，不用下的士的嘛，同埋不是差點被蟲打死那些咯，是咯，是咯，這個就是 Batman 咯，大家的，就是要看這些嘛，大家心裡面的 Batman 就是應該是這樣。我想回應一點，我們開場前有聽眾說到底這裡的 Barry Allen 知不知道他們黑氣石是怕，那我現在就回應回他了，因為在這條時間線裡面Michael Keaton 是沒有遇到黑星人的嘛，所以他們手頭上是沒有黑氣石的嘛，黑氣石要他用錢買回來的還是什麼鬼，他嗰陣時係阿光頭佬鬧翻嚟噶嘛，嗰啲黑石，同埋要關阿卡，同埋關阿卡 Ken 事噶嘛，啲嘢係，係啊，係都冇遇過卡 Ken 呢度係啊，同埋佢之後劇情都有講咯，根本卡 Ken 嗰艘太空船同埋其他嘢都冇嚟到地球噶嘛，嗯嗯，係啊，自己誒過嚟啫嘛，咁所以成個故事線係完全變曬，係。咁啊，同埋即係你呢度咧，亦都係 Barry 見住阿 Michael Keaton 重傷嗰陣 ，Michael Keaton 講翻嗰句嘢，嗰個對白嘅意思係好勁嘅，即係佢話：你係咪已經救咗我一次啊？即係嗰下係佢已經估到啊！即係佢因為佢知道你無啦啦同我講，喂，即係船有防衞網啊！咁樣講嗰刻，哦，即係你已經翻過一次咯，係咯。佢嗰個 conversation 應該係咁樣嘅，Batman 俾嗰個大將打到噴血死㗎啦，咁跟住Barry 同佢講話唔緊要嘅，我可以救你嘅，咁跟住Batman 就同佢講，你已經救咗我一次啦，咁樣，哇，咁嗰度就真係老氣骨啦嗰度。同埋又係啲嘢，全部嘢佢都已經估到曬，自己已經即刻諗到曬係食腦啊。係啊。同埋其實喺對白上，因為其實嗰一幕就是他最後出場的幕嚟噶啦嘛，係。佢嘅臨終嘅遺言其實係同聽觀眾講拜拜啦。係。都嗰個我又好中意嗰幕喎。嗰個係仲要多謝 Barry， 唔止係佢條命啊嘛，係佢作為 Batman 去救多佢一次啊嘛。嗯佢真係有咁嘅嗰個熱血啊！你可以話係熱血再出翻嚟做翻 Batman， 佢亦覺得即係佢再著翻電戰袍啊，係啊。係啦。咁亦都係嗰下 Michael Keaton 講呢一句就話 OK 噶，令到大 Barry 係開始意識到喂唔掂喎，我唔應該咁做喎。嗯，咁嗰下係我覺得嗰個寫嘅對白係十分之好咯。係。嗯，但係第三條戰線Supergirl 嗰條咧，我就唔係好得啦。其實我唔知你點樣嘅，喺嗰度太過月光寶盒啊真。Boy Bolo Me 我冇所謂反而，但我唔知道你哋點樣睇。係啦，我其實就一直都唔係好中意睇黑星人嘅版嘅，因為佢哋係點打都唔會受傷咁啊！你覺得？即係佢同 Joe Soft 係咁打都好啦，其實佢兩個係冇血嘅。嗯嗯，即係你嗰兩個鎖咗血咁樣啊？兩個開咗金手指嘅互打，佢個畫面唔震撼嘅。都嘭嘭聲嘅，咁但係我望住好似唔會有結果咁嘅喎。咁唔係，但係我覺得佢最好笑係攞把刀仔出嚟，可以刉穿阿卡華個心口嘛。係啊，仲要跟得好兒戲咁樣，一嘢懟埋去就中咗，我就諗過嚟，到底佢用乜嘢刉佢可以刉得穿佢心口咧？咁樣黑星人嘅武器嚟㗎。黑星科技啊！如果刉得穿，咁當年唔使打 Doomsday 打得咁辛苦啦。咁張叔先有啊嘛，佢哋冇啊嘛。張叔嗰陣時點解唔攞嚟打卡 can 嘅嗰陣？唔記得咗。嗰邊冇依支嘢咯。同埋即係你要打到好明顯咧，就你冇 Band of Steel 嗰邊可以專注 budget 同埋 CG 咧，去好似Henry 同阿張叔喺度打到龍珠咁。係嗰邊龍珠嘛，直情係。但係依邊個 Kara 個感覺係佢連打都冇打幾下就俾人撳喺地下就罩隊死咗，咁然之後就變咗波嘢波羅咪，就係趕時間，究竟可唔可以量子出嚟又見咩啦？佢第一次俾人隊死咧。
我覺得還好啊，都仲好似第一次 OK 嘅，第一次好似都有啲 shocking 嘅嗰陣，我係有少少哦，即係佢歷盡啊，即係戰亡啊，即係歷盡而亡咁樣。但係第二次或者再之後嗰啲咧，有少少哎呀，佢又死啦咁樣。嗰度后面好月光宝盒啊，后面有啲我觉得。但系第一次我系最接受唔到啊！佢第一次其实佢系佢觉得自己打赢咗张 shot 噶嘛。哦，咁我放佢俾人阴咯。系揿咗张 shot 只标机俾佢，俾佢攞刀仔吉背脊噶嘛。系啊，戇鳩嘅都。我系笑喺戏院笑捻咗出声。因为我又还好啊，我当佢俾人阴系咯。咁呢啲，但系后面嗰啲咪好似系两俾人揼两嘢，跟住无啦啦又俾人哋 fatality 咁样嘛。后面嗰啲就死得好 hea 嘅，嗰啲真系真系量子出嚟睇嘢。系啊，嗰啲真系两嘢，跟住俾人，哎呀，佢又俾人吉啦，咁跟住翻个，哎呀，佢又俾人吉啦，咁样嗰只 feel。打月光宝盒啊，阿 Super Girl 后面嗰啲真系。咁啊，但系当阿大细 Barry 喺度玩紧呢个月光宝盒咧，其实主要系细 Barry 玩啦。嗯嗯。其实大家在个画面度都开始见到个身体就插住了很多嘅周围啲弹同弹铁啦、武器啊咁嘅嘢啦。咁然后其实在那个 moment 大家都估到的就是我哋一开头见到殴打啊 Barry 令到佢跌咗去呢条时间线的那个神秘人，其实就是系 Barry 衍生出嚟的后续啦，叫做系。我记得他应该是叫 Dark Flash 噶嘛，冇呢个角色的，你有佢得噶啦，系啊。冇呢個嘅名字，係咩？因為我睇嗰啲 Wiki 嗰啲，佢寫佢叫 Dark Fan， 都係你其實都係 up 出嚟嘅啫，都係 up 出嚟嘅啫，即係呢套嘢已經有嘅，冇乜所謂嘅，我覺得都冇乜所謂嘅。但係嚟，如果你 reference 就反而似漫畫，似劇集版第三季嗰個 Savitar 咯，嗯，係係啦。咁啊，而佢哋亦都發覺，因為佢哋經常想嘗試改變呢個世界啦，咁同埋即係其實 Barry 做嘅嗰樣嘢。都令到依家起碼佢哋依家留住嘅呢個世界，基本上會撲街噶啦。嗯，而佢哋都發覺嘅，佢哋搞到成個 DC 世界都撲街喎。嗯，咁喺嗰度就開始呢個 DC 巡禮啦。嗯，就有好多譬如即係嗰陣時啊，基斯道化嗰個超人啊，咁啊，然之後 Adam West 啊嗰啲啦，經典嗰啲啦，同埋最 surprise 咪阿邊個咯，蛋治哥咯。蛋治哥嗰度咧，又系太早，啲媒體好快爆出嚟。其實我都知道有蛋治哥咁樣入去睇就冇咁驚喜，但係嗰下都正嘅，起我都呵咁樣一聲出嚟嘅，叫蛋治哥都係咯。喂，但係個蛋治哥即係佢話有拍啦，嗯，佢話係攞新拍再加啲舊嘅 footage 咁樣做出嚟噶嘛。是我点都系纯 C G， 佢系旧拍咗噶啦，已经，然后间粗用 C G 执出嚟嘅。我觉得个 A I 蛋治哥咁好似，因为系有一啲流出片段系当年蛋治哥拍呢个长发超人嘅 version 噶啦，即已经系有啲 footage 喺度噶啦，跟住佢用 C G 间砌到好假咁变出嚟嘅。嗰度又系 P S V game 咁咯，好似。嗯。我想问嗰个 J Garrett 系咩事嚟？哎，我正想就讲呢样嘢，咁我都有同阿南哥倾咧，就系话你作为一套 fresh 嘅电影，你完全冇 fresh 嘅旧演员啊，或者致敬嘅元素喺里边啊，你又变晒啲 Batman 出嚟啊，变晒啲超人出嚟啊咁样。咁嗰个 J. Garrick 咧，其实就系闪电侠剧集第二季嗰个假 J. Garrick 嚟嘅，其实佢系 Sun 嚟嘅，系奸角嚟嘅。咁佢就冒认咗 J. Garrick。咁阿教主咧就有讲过嘅，佢就拆解咗个原因啦，就梗系个制作组唔知道原来佢系假 J. Garrick。就睇到啲宣传海报就以为佢系真，咁所以就请咗个演员翻嚟，咁呢个就系阿院长嘅，唔系即系呢个阿教主嘅解读啦。咁但系你问我咧，我就觉得求其咯，即系觉得边个得闲就请边个咯，我自己觉得就。因为个问题在于咧，佢唔止系揾错人啊，即系就算你系揾 J. Garrick， 即系佢作为 J. Garrick 嗰个角色，佢唔系初代 Flash 嚟噶嘛。即如果你真的找回90 Flash， 喂大佬你不要跟我说找不到、啊、隔离烂烂到扑街的最后一季 Flash 找得回来、啊嗯、即虽然他排得很好很戇鳩，但是90、J. Garrick 或者这间角全部在那里、啊、如果你是说那个是90、当年剧那个Barry 90 Flash 然后再是穿回去那套衫，我觉得是 OK， 甚至是你是用 CG 执
依一個 Grant Gustin 出嚟嘅，咁我都覺得係正常。但係而家你好明顯咧，即係我其實覺得蛋治哥同埋依一個阿 J Garrick 都應該唔係真人演，應該係用 CG 後期執啊。係。佢執出嚟係好怪咯，我覺得係。既然你用 CG 執，點解你唔執一個比較經典嘅角色，而係求其揀一個咧？咁我因為反正佢都 CG 執，你好似反正 CG 執出嚟咁係咯。呢個蛋治哥我係係。唔好话惊喜，因为我一已经知咗呢样嘢先入场啦。周围嗰透晒，仲未上之前都已经透咗。其实，但系唔系个导演自己讲嗰下，系一早噏晒啊嘛，已经。但系个问题系嗰下几多人自觉系惊喜，甚至乎都市传说终于成真，或者当年你都知佢系拍过段片嘅咁样，即系已经系拍过下咁样，有谂过做嘅。咁但系。嗰下出嚟就变咗个 CGP， 仲要 PS3CG 嘅蛋治哥就有，我嗰下有啲失望，即系我同时开心之余，同时都有啲失望，就系蛋治哥出嚟唔紧要，但系我蛋治哥出嚟系 PS3 质素，我有种咁嘅感觉咯。嗰下其实嗰度都去到冇乜 care 啦，我自己觉得奇怪嘅系，你作为 fresh 电影，你又要致敬呢样嗰样，又要多重宇宙，你唔揾翻晒以前啲 fresh 翻嚟咧？就本身就已經好奇怪㗎啦，咁你話誒唔揾啊 Grant Gustin 都算啦，九零 Fresh 你唔揾翻嚟，我都算啦，你乜嘢 Fresh 你都唔好出俾我啦，阿頂你個肺，你出阿 J Garrick 俾我喎，即係都係我有個比喻啊，有啲人都同意就係啊，超人迪加，超人迪加解除變身啦喎，哇，長野博出嚟啦咁樣，咁然後就唔係出個長野博俾我咁樣，咁後邊佢仲要再整多次呢啲咁樣嘅假驚喜俾我咧，即係揾錯假迪加翻嚟啊！系啦，咁我嗰下我感啊真系好唔好嘅。系呢样嘢明，咁系有啲怪咁系咯。佢嗰度即系就算你蛋治哥咁样变咗个 PS3 蛋治哥咁样，都系怪咗少少。既开心亦有失望啊！关键蛋治哥系啊，系咁啊，去到嗰个 moment 嘅时候咧，咁所以就大嘅 Barry 啦，细嘅 Barry 啦，同埋。在時空入邊努力咗唔知幾多年嘅嗰個細 baby 手產生出嚟嘅 Dark Flash 咧，咁啊三個就要決戰啦。咁啊，你以為三個 Flash 嘅決戰就好撚精彩啦？點不知因為時間關係咧 ，Dark Flash 一嘢吉落去，然之後啊細 baby 咧就幫大 baby 擋刀，俾人一嘢吉爆咗個心口。咁然之後啊 Dark Flash 就發覺，冚家產我殺死咗後生嘅自己，我死啦！咁跟住就唔救咗。呢一幕其实系我原本以为你应该呢个系即系最终真点 final battle 嚟啊嘛，我估唔到咁快手搞掂。其实个发展系好大路嘅，我觉得合理。系，真不过发展我觉得 OK 添嘅，件事系 OK 嘅，系快得滞咯，即系呢度可以佢哋俾翻一个叫 final battle 我，你揼一阵先至发生呢件事，即系佢而家好似系嚟玩只 game 咧。即你可能玩咩人中之龙嗰啲咧，多数上到嚟系啊，多数首先大家互相望住喺个话，大家互闹先噶嘛，即系一定要喺度互相取下对方先噶嘛。跟住之后咧就入去 gameplay， 你就对打个大佬，打完跟住先至播个 CG 完件事噶嘛。佢而家就好似大家互相闹完之后，中间冇咗俾玩家揿嗰个 play time 打嗰段咧，就直接摆咗后面完嗰个 CG 出嚟咁嘅 feel， 快过头啊！即系好似系因为冇中间打个过程咁，有少少感觉俾我系有啲。即系估唔到咁快收，但系嗰幕喺情感上我系中意嘅，系咯。同埋我阿 Sir， 你讲。系，我就觉得因为咧，虽然嗰啲彩蛋喺戏院睇，我就都觉得好怪，但系因为我觉得套戏某程度上咧有六七成嘅时间咧都系 Isa 喺度孭紧啊。我嗰三个 Flash 咧，我当然啦都觉得吓咁快啊，即系因为我哋睇依即系佢一个人独揽咁嗰只喺度顶住嗰只咩啦，系啦。因为我哋睇动画或者我哋睇 TV 咧，就算 TV 咁戇鳩都好咧，即系你都会见到阿 Rewind Flash 同 Flash 喺度最尾打得好好睇噶嘛。因为就系 Rewind Flash 同阿 Flash 讲话，你先系个主因啊嘛。咁但系一到你好明显佢就系话，哎呀屌！我哋好兩個半鐘唔係好夠時間，我搞掂，快啲搞掂佢啦咁樣咯。嗯，係咯，即係嗰下有少少趕咗啲，我又唔，我見有啲人會形容叫做落雨收柴啦，我就未到樣嘢。因為件事或者個發展係應該咁樣，但都係頭先個比喻啊，係打機你冇個中間打交個忽咁嚟落咯，係咯，可惜咯，我覺得可惜咯。如果呢度可以揼耐啲會。
即系揼多阵先至落去 end 嗰下，咁样会好啲。系留大 beta cut 啦。咁如果但系咧，我嗰阵时喺戏院，我喺戏院睇咧，我都纯粹望住，哇咁快嘅，系咁样啦。嗯。咁但系我离开咗戏院啦，去紧搭车去第二度嘅时候咧，我就突然间我谂，屌你个老母，佢同 Iris 谈情就谈咁捻耐。吓捻咗个閪女人佢咪得咯，屌你老母！我要再次弹出嚟 ，this is a canon event。即嗰一下突然间嬲咗啊！唉，浪费时间啊！唉，系嘅。咁啊，而系你讲，即我净系有个感觉系，我唔知系咪导演受制于好多好多嘢，包括 Isa 本人啦，包括后拍啦，或者系点样啦。我喺後段咧，覺得佢有啲嘢係夾硬 sharp cut 咗啲嘢，我懷疑啦，我有一個咁嘅感覺。咁我好老實，佢哋個世界入邊發生緊嘅嘢係冇交代嘅，任何嘢都冇再交代。嗯，咁我自己，即係因為你冇可能打得贏，即係或者你打得贏唔使搞到依家咁樣啦。嗯，咁你打唔贏，其實你亦都唔會交代得曬。咁我都諗唔到到底佢可以用咩方法去講，但係。我好似佢哋入咗个时间门之后就唔再理出面个世界，我自己系觉得有啲断断地嘅件事都系。嗯，但而家佢最后跟住再搏落去，咁又咁讲嘅，你话呢个世界变成点？我直情当呢个世界系本身唔应该存在，跟住最后啊，即系原本嘅 Barry Allen 走咗，咁呢个世界我当佢毁灭埋。真係嗰碟意粉，即係好似嗰啲意粉淨碎咗冇咗啦咁樣。我少少係咁樣去當呢個世界咁樣 end 咗咯。即係個遇到嘅呢啲人，呢條時間線，呢個世界淨冇咗嘅呢個平行時空，我係咁當佢又還好咯。咁係咯，我如果有畫面表達下又 OK 啲嘅，即係如果你純粹補補咯，你咁樣就都係嘅，都係嘅。但系冇咩时间论啦，当俾我脑补咁又沙石咯，沙石。如果佢交代埋会好啲，呢样嘢系。系咁啊，大 Barry 喺呢个时间就唯有要做嘅嘢咧，就系翻去嗰间超市度，就趁摆罐罐头落去嘅自己唔为意嘅时候咧，就攞翻走罐罐头。咁啊，但系佢始终都系即系忍唔住就想同老母讲拜拜咁样啦。咁诶，嗰一段都感动嘅，苏克系系。是但是很可惜我看那场呢，当他一跟老母讲话的时候呢，我后面的男人就电话响，然后他就开始跟人讨论他的车位的问题。我就屌他老母的閪，但他都是要讲完之后才收线，所以那分零钟呢，我就一直听着他的车位到底租多少钱、啊、你有没有变粗口机啊？请问我有，我屌狗他，但他讲电话不理我，没办法、哦，即仕途有绝对领域顶住咗，唔当咪冇到啊，系啦。冇，即系我除非过去打鸠佢。唔系，同埋好老实嘅，我依家收敛咗，收敛咗。我搭巴士叫人用翻耳机听嘢，我都收敛咗，因为真系太多斩人，我有啲惊。系嘅，其实系嘅，其实系嘅，系嘅，系咯。你唔系真系打仕途啊嘛，算啦，系咯。咁系嗰段我都系感动啊，嗰段我睇戏睇我个感动系咯。嗯，咁不过系咯，咁感动过后，跟住佢又翻去自己原本嘅时空啦，佢咁讲当系先啦，系咪？系咯，系咁啊。然之后，但系当佢谂住摆翻罐罐头上去个货架度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突发奇想，就望住诶，咁如果老豆买嗰罐。番茄罐头是放在个货架的顶层，他就要恶高头去望咯。嗯，所以就将罐罐头摆捻咗上顶，然之后咧，嗰度蒙太奇咗啦。其实，因为他回咗去现代之后咧，就即刻讲过去法庭度，就系、是、佢老豆。但所以呢个我惊，我少少唔记得佢系即系有影到佢真系望住个货架就谂到，然后望咗上去系有依下噶嘛？但佢系攞住罐罐头，跟住喺度谂嘅，跟住你突然间觉得佢好似谂到啲嘢咁样，通咗啲嘢系啦，佢冇交代系乜噶啦。呢度因为往后讨论翻咧，即系嗰日我少少唔系好记得呢个位置，系啊，跟住因为佢喺法庭度就播翻阿 Bruce 帮佢修复咗嗰条片，咁、然之后就系话喺条片入边清晰见到阿 Baby 爸爸系攞咗货架最顶嘅罐头，咁所以佢有不寻常证据咁样，咁、所以就你可以喺后面就补翻件事，就系佢谂到将嗰堆罐头摆上去，嗯，乜？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有些不明白。因为嗱，佢初时佢救佢阿妈咧，就是、因为佢捉个罐头放到佢架车度噶嘛。咁但系你啱啱经已系 fix 翻呢件事啊，即系你觉得呢、這个呢样嘢系做得唔啱噶啦。跟住转过头你又搞嗰罐罐头，咁同佢之前做嘅嘢有咩分别咧？因为有一个系救死嘅人，一个系救生嘅人。即系觉得系啊，即系因为如果佢照原本嗰个喐法咧，系有一个人本身系要死嘅，而家变咗唔使死。但即系唔关 Ken 啦 ，events 就冇所谓咁样。或者个影响嘅幅度大定细，即系佢而家冇影响到，即系要真系会系死嘅人都会死。佢而家只系有一个人本身都会存在喺度嘅，唔会死嘅。但系佢个待遇有唔同咯，由本身要坐监变咗唔使坐监。咁你喺个 timeline 度 suppose 系你将一个本身应该死嘅人变咗唔使死咧，会影响嘅嘢个骨牌应系大好多嘅。咁但系你将一个本身要坐监变咗唔使坐监嘅人嗰个影响就理论上冇嗰个咁大嘅，因为佢嗰个人冇死就会再接触到其他人啊，影响到其他人啊咁样，咁可以咁讲啊，即系你理论上真系个影响冇咁大，但都有影响咯。即系本身个影响可能影响到啲嘢会暴走 200% 嘅，而家可能影响完之后暴走系 35% 嘅，乱噏咁噏咯。变咗第二个人啫，嗰啲嘢冇乜嘢嘅。系咯，就系呢啲。但因為大王你是用緊個程度深淺嚟去講啊嘛，係，我覺得其實個重點係你喊住冇學到嘢咯，講拜拜嘅時候嗰種覺悟係人類係唔可以改變過去，唔可以改變任何嘢嘅，係，我哋要順住自己條命去活嘅，就好似阿肥 Ben 嘅 Bushing 同我講嗰句咁樣，好撚有意思嘅喎、三秒之後就倒破自己嘅嘢咯喎。咁又未去到倒破嘅，因为佢救嘅程度，我觉得又唔同。但系当然啦，你话有冇得处理好啲嘅方法，当然有啦。都系讲嗰句，如果佢系改变翻，系即系佢有好多可以改嘅位置，就系、例如佢唔需要一开始同你讲阿 Batman 嗰条片系修复唔到噶嘛，你系可以话你翻到去发觉修复到，然之后你发觉，但系都系有嘢改变咗，去发觉，喂，扑街啦！原来一开始做已经系。不得噶，咁样我觉得仲还好啲嘅。但系佢个出现先，唔好意思，系佢嘅问题系在于佢系蒙太奇咗啊！我系而家唔可以100%同你讲究竟佢有心定无意啊！因为我有谂过，因为我就点解头先问翻阿新叔有冇记得佢系即系好似系佢望上去摆明系佢喐啲罐头咁样。因为我直情谂过，好似前面咁讲嘛，喂，咁你改变咗。过去即系未来唔同咗，其实咧同时间会影响咗个过去嘅。咁我当即系嗰时我系谂，因为嗰下我有少少唔明，我系谂系咩翻去佢同佢阿妈有段对话。因为如果你以啲时空论嗰种嚟讲，你嗰下有少少嘢 move 都好，你哪怕 move 嘅嘢系劲少都好，你都有改变。我谂紧系咪嗰种话你系啊，即系你改变咗，佢就话你改变咗啲嘢去未来，其实啲未来又影响翻个过去，成条意粉即系转咗位噶嘛，唔系净系前面转噶嘛咁意思。我谂紧唔系嗰个同佢讲过阿爷，所以。影响到嗰个时空就变咗啲罐头，原来唔系摆嗰格，摆上面嗰格嘅，就唔系佢自己摆上去。我谂嗰人唔系咁样咯，所以我先问翻有冇嗰个镜。咁虽然听翻你哋讲就应该唔系咁样多嘅，但系系咯，佢记者访问嗰度咧，你好明显见到佢应该即系都系嗰句导演冇100%系啊，冇讲明咯，或者乜嘢。但系如果你照推论嘅，应该系佢自己执上去嘅。咁但系。對於我嚟講咧，你話係咪真係好土耳其新叔咁講，好影響成件事咧？對於我嚟講唔係嘅，我覺得Barry 喺舊佢阿媽同佢阿爸之間係一個分別喺度。咁當然就係、你話倒位咗個劇情嘅鋪排係咪真係去到一個唔好睇嘅地步咧？我覺得未到，但係的確佢係可以改一，淨係改少少嘢，改幾個鏡頭已經唔需要咁樣去到咁密咯。我都即我自己，雖然因為我自己睇，我都覺得未至於話成件事即係炒咗佢粉，都係如果係佢擺出去有少少沙石咯，我嗰係沙石啦，我自己會覺得係。我覺得對我嚟講扣分都扣幾多呢個位置，因為佢仲要牽涉到後邊嘅就係、是、佢發覺佢哋完咗場官司出到去，跟住同阿 Bushing 傾電話，跟住 Bushing 落車就發覺唔係肥 Ben 啊。变咗做佐治古尼啦，嗰下我好大惊喜，我唔知啊，因为我
開心啊，非常之開心。我真係唔知哇，我好大驚喜。我嗰山場我同你講笑話，如果落車嗰係 Christian Bale， 我個驚喜都大大冇而家咁大咯。而佢落車嗰係佐治古尼，個驚喜放我嚟講係高過 Christian Bale。咁畢竟佐治古尼做到有情緒病，又話以後唔再做 Batman 咁樣。佢直情話我唔敢去 Comic Con 啊！我知我套 Batman 唔得啊！我咬底，我唔敢去 Comic Con， 又去喺依度變 Bruce Wayne 出嚟。哇！我覺得好得意件事，所以驚喜好大真係。咁樣啊，即係人哋葉山豪對於某啲嘢係有，係好似葉山豪接翻咗會人機爆炸嘅戲咁樣啊！而家係嗰個 feel 俾我係係。我重點係我想講係乜嘢咧？就係、是、當佢咁樣影響到 Bruce Wayne 嘅改變之後啊，我就覺得件事整體嚟講對我嚟講就好似係佢本身衰中出，搞大咗條女個肚，跟住生咗個 B B 出嚟，所以佢人心忽凹咗。然之後佢有機會翻過去再重新搞一次，咁好啦，今次射出面啦，掹出嚟射啦，但係都係唔大肚。然之後佢發覺都係生 B B 嘅。我望住，我屌你个閪啊！件事就啊，我即刻望住，点解要咁样样咧？其实如果作为一套电影啦，如果佢有后续嘅话，我觉得其实个 ending 其实系几过瘾。嗯，但系我哋都几肯定佢唔会有后续噶啦。我唔想佢后续，我千祈唔好有第二集。而家又吹紧风，又话写咗第二集剧本咁样咯。咁但系我就觉得嗰啲应该系前期，希望大家唔好讲呢个系。即不会再有后续的嘢，就安心入戏院睇嗰样咁嘅做法多咯。但系如果讲翻头先嗰度，我又未到会觉得去到话新叔讲嗰个程度咁严重，即系我自己睇法咋。因为我又觉得佢而家俾我感觉，虽然系佢如果系佢摆我就唔中意嘅，即系冇咁中意。如果系话喂，因为始终佢都系翻过时空，即系喐过咁多嘢啦。可能我覺得話翻嚟有啲嘢唔同咗，其實我係可以，因為你都係嗰樣，佢翻去至少佢有同佢阿媽講過嘢，有攬過。你真係以時空論嚟講，你做過一啲唔同嘅嘢，就已經或者你個人都你企咗喺嗰度啊，你多咗個人喺嗰個位置出現咗，其實本身啲嘢 suppose 已經有少少偏差，全部嘢偏差啲啲啲啲。咁當然本身套 fast point 就好 exactly 就係講緊呢樣嘢啊，咁。我当系呢样嘢，所以就算哪怕佢觉得有一啲人本身系应该会系唔喺度噶啦，都系继续唔喺度。但系佢始终做过呢件事翻嚟，哪怕有呢个觉悟都好，有啲嘢都系喐动咗，我就可以嘅呢样。因为以我自己嘅理解去觉得咧，即系好似阿大王所讲，如果佢系因为佢能搞同佢阿妈倾过偈。而引發到之後有改變嘢咧，純粹係呢個位嘅話，我覺得仲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係嗰個罐頭係 physical 喐咗咧，咁就會影響到我對呢個角色佢嗰、那個誒、個覺悟啊，或者係佢嗰陣時諗嗰啲嘢，就有少少影響啊。我自己都係啦，即係如果你係啱啱先搞和咗件事，你走去 fix 嘢嘅時候，你又試下第二個方法去 fix 件事。咁我覺得真係有啲疑奇怪咯，咁樣嘅做法。所以我會希望佢係因為佢出現過喺嗰度，或者做咗少少講過嘢有啲，所以影響到就全部係歪咗少少，就係啲罐頭就歪咗上去上面嗰排。咁然後翻去佢原來自己都唔 expect 有呢件事會發生嗰一刻，佢都係咩嘅？如果係咁樣就會好好咯。個畫面上嚟睇咧，即係點解會覺得佢放上去係好有心、好刻意咧？就因為佢影住佢放罐頭，原本諗住放翻去噶嘛。佢影住嗰陣時嗰排嘅番茄罐頭係滿的，好似腦筋急轉彎咁樣。個貨架係滿噶。你如果你去到咩，你去超級市場去到咩程度嘅時候，你先至會去貨架個頂度攞，就係、是、全部都冇曬，你淨係得頂嗰度有一罐，你先會望啊。咁即係話你覺得佢係攞神速力咧，攞走曬嗰啲嘅成排攬上去。攞成一罐喺上面，蒙太奇咗佢成排嘅换咁样。佢应该系将蓝罐同绿罐调位咗位，喺神速力入边将咁多罐调底。系啦，佢老母唔会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出嚟嗰、那个谂出嚟嗰个画面咧，其实就同 Dio 喺系，我都想讲 Dio 系嗰个一样嘅咋。系啊，即系变咗原来啊 ，Dio 喺闸包度度，佢自己捧翻阿波波落翻楼咁样啊嘛。
撚辛苦啊！如果係咁嘅話，就會變 Dio 打包到啊！所以係爭好遠咯，個感覺。嗯，即係而家你咁講翻，就應該係咁樣，係咯，即係應該唔係我講嗰樣嘢嚟，就有啲影響嘅都會係咯。但係就算係咁，我都唔覺得佢係寫得唔好嘅。對於我嚟講，即係有啲嘢可以本身再，但係我唔會扣太多咯。係啊，即係本身可以快吞嘅嘛，因為都係呢啲嘢。係，同埋我係抵啊！呢啲位係我個問題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唔係好多嘢影響到個編劇嘅。嘅處理結局，因為我哋而家喺傳媒嗰度都睇不停喺度傳啦，即係一套嘢係好撚多嘢喺度傳嘅，最尾嗰度係變咗好多次噶嘛，嗯，即係無論係 George Clooney 嘅出場，或者係最尾嗰場嘅拍法，或者其他嘢傳咗好多次，話佢至少改咗三次噶嘛，係，咁我就唔知道究竟係即係嗱，你又唔係用一個完全好100% firm 嘅對白或者畫面 show 俾我睇喎。但系然之後，你又覺得係咪好多嘢改變咗？嗱，當然而家出嚟嘅結果，我覺得係還好咯。但係好多嘢，例如兇手點解佢唔揾啊，或者證據嘅先後啊，或者好似罐頭嘅嘢啊，係令到我覺得好多黑人問號嘅。但係即係睇到最尾，例如阿 George Clooney 落車就係話你做乜啊？你做乜嘢啊？冇，佢冇講錯，冇講錯 ，Bruce Wayne 冇講錯，係咁樣。咁然之後佢嗰下去 end 咧，我覺得係幾有意思嘅，因為佢係 show 曬所有 Batman 啦，即係除咗身體理由就即係你好難揾到另外啲 Batman 啦。咁啊 ，Christian Bale 亦都好難啦，因為真係冇辦法啦，有啲嘢冇辦法啦，係啦。咁啊，但係呢一套嘢嘅即係流暢度啊，可能我自己。個預期咧係點樣呢？我原本嘅預期咧係即係好似之前咁講咧，係驚真係睇唔到噶嘛。到而家睇得到，我哋可以有攞咁多嘢出嚟討論同讚咧，我覺得以 DCU 嚟講，佢已經係最好睇嗰套啦。係，即係佢呢套嘢係比我預期中好睇好多嘅。係啦，即係我自己頭先講嗰啲都係算係雞蛋挑骨頭嗰類咁嘅感覺噶啦。咁、即系你如果你话 DCU 入面真系数一数二好睇咯，只可以讲系啦。虽然个 standard 就唔系太难嘅，咁我都同意佢一套好好睇嘅作品嚟嘅。直情佢上 HBO 嗰时，我应该会再开嚟睇多次嗰种。睇下佢啲 CG 有冇执啊嘛。一来啦，二来都想再重温嘅，即系有啲场口我系想再睇嘅，我系想再睇多次嘅场口都系。但如果你话真系好无谓嘅咧？我就覺得個 after credit 真係好無謂啦。雖然你講 after credit 之後咧，我想同你哋問，即係討論多件事咧。關乎到改變過去，然之後即係或者改變啲事件影響到嘅規模，影響到嘅規模啊。Sorry， 辛苦啊，新叔啊，係啊，新叔係早幾日唔舒服嘅，係啊，辛苦佢啦啊，係啦，因為。呢套嘢系承接呢个 slider cut 噶嘛？你嗰阵时 mother boss 爆炸之后，佢咪改变咗个时空咯？Mother boss 佢改变咗秒啦，同以佢嘅讲法。喂，屌你救你老母！但系嗰阵时 mother boss 爆炸系成个切尔诺贝尔死、啊。咦？你可唔可以将件事当系有爆同冇爆咁样去计啊？即系一秒未爆到出去，所以未有人死嘅。你当系计有爆同冇爆得唔得啊？唔好计咁准。得，即系纯粹同大家讨论下啫。啊，我讲翻咧，讲翻你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嗰一秒嘅描写咧，我反而觉得 Flash 嘅描写系好多嘅。即系而家套戏嗰描写，你意思系？系啊，我觉得我谂翻起嗰一秒咧，即系就算系当日咧，阿新叔都有，即系我哋都觉得系比较好，即系嗰四个钟里边比较可以 OK 嘅魔术啦，系啦，就系Flash 跑圈啊嘛，但系而家睇翻你依一边 Flash 跑圈系两个层次嚟嘅，咁冇嘅，如果你计 CG 应该系呢边争啲，但系我会中意呢边跑圈个表现多啲咯。个 present 嘅手法咯，呢边我中意啲嘅，我就啊，但系唔好意思，我嚟咗题，但系新叔你咪仲想讨论其他嘢？我冇啦，最主要都系攞即系头先个啲嘢啦，呢个算唔算一个
爆炸，唉，有爆唔好爆啫，佢改变嘅系。因为嗱，好老实，如果呢个系笔嘅话，其实我唔会怪茶道，因为茶道个设计可以系冇事噶嘛。是可以任改的嘛，但是如果你承接了 Snyder Cut 之后你觉得是不可以改的话， 你要想埋到底之前的东西会不会有笔嘛。理论上后面那个人要想回之前成那套作品的东西，即是讲笑讲啱我们你好像 Sam Rock 有些问题，你 Doctor Strange 这些大家一定是怪 Sam Raimi， 你不可以怪拍前面那些那个的嘛。这个是的。是的。都是一些小問題嚟嘅。挑下估，咁唔算 挑球嗰個係咯，小問題啊。咁去到最後嘅 after credit 啦，咁我係係咯，就見到另一個角色出嚟啦。我真係好懷疑依段咧，係近幾個月咧，要真係夾硬去補拍攞翻出嚟咁樣。喺度補拍就係你見到阿 Barry 就托住一個飲醉咗嘅碎碎俠啦，都仲係我哋熟悉嗰位演員啊 Jason 啊。咁但係咧佢兩個講嘢就係、即係佢阿碎俠係醉到咧，就係話即係你喺呢個世界都有我或者係點樣啦，就講一堆我覺得係冇意義嘅對白。然之後就叫阿 Barry 你幫我攞隻戒指去當咗佢，然之後唔知點啦咁樣。我買啤酒啊！攞去買啤酒，然之後就最尾瞓咗喺個水灘入邊，咁啊完咗啦。咁我覺得係真係好無謂咯，即係你除咗同我講啊，我哋仲有套《水星合二》之外咧，係冇任何嘅彩蛋嘅意思啦，或者係有任何嘅即係佢純粹俾你見下阿水星合咯。係啊。即係佢仲廢過咩？仲廢過即係嗰時又唔記得咗係空襟名定乜嘢啊？Cap 喺度嗰段我唔係咁又咁講，阿 Cap 嗰段係搞 get 噶嘛，其實咁呢段我當係水濕搞 get， 同埋我當啊我冇咁反感嘅，因為我當係你見到 Barry Allen 同阿水水俠兩個係 friend 咯，即係我當承接翻好似嗰時 Peace Baker 咁樣咧出嚟，跟住。嗰時咪好大爭拗，啲人講：，有冇搞錯啊？即係做咩事咁樣話水濕啊？水濕就咁樣鬧啊 ，Bailing。但係嗰時因為我覺得，喂，咁如果兩個人係 friend 底嘅，係咁樣講嘢法噶嘛？咁而呢下咁喺個酒吧度就係咯，佢會同阿水濕喺度飲酒，阿水濕飲到撇咗就係要阿 Barry 託佢走。咁我覺得當睇少少呢個角色同埋見到呢兩個人係 friend 嘅，我還好啦，我就。但是有人讲咧，即系佢哋睇咗嗰啲试影会嗰啲咧，佢话呢段 after credit 系 cut 咗对白噶。哦，即系而家公映嘅版本 cut 咗嘢。系，佢话其实呢一段本身系想带出咧，依家个 Bruce Wayne 唔同咗，而佢哋要谂办法去 fix 翻件事。哦，系啦，咁所以话其实。水行盒应该是由这一个位置去切入的。哦哦哦，但现在就这些不同了，所以就唯有不讲这些。不知道，但你水行盒没理由改得到这件事，即如果你是用这件事来做主线的话，你没理由改到的嘛。但如果你不是用这个，即你是定不是你都没理由改得到。会不会是即如果即不当话后面会没有后续那些的，可唔可以当系呢度就佢两个讲阿 Barry Allen 就话喂唔得啊，我哋 Barry 变咗佐治古尼，我要搞搞佢咁样。跟住水人合水水合二套戏就做翻水水合二啲嘢先，然后再之后翻嚟可能第二 fan 或者 fast 嗰啲嘢去先去做相关嘅嘢，可唔可以咁样？如果原本系咁样，但系因为而家就大家觉得喂呢套戏续咗落去嘅可能性。未必高或者本身都冇可能咁样，所以就先要喐走嗰度咯。如果原本唔系咁样谂嘅，即系咁样继续咁样延续 DCU 咁落去嘅，咁就可以咁样写嘅。其实有系同埋有啲可惜啦。我觉得成件事嘅系佢依家呢种玩法嘅话，其实个后续都得意。系啊，但系依家就乜嘢都冇晒啦。咁又想问一下，睇完呢套戏。如之前好似导演所讲嗰啲，喂，我哋有第二集剧本噶，系可以出意噶咁样，但系大家系想定唔想咧？唔想，我绝对唔想。点解咧？即系唔想睇后续，定系惊后续会唔好睇？唔系呢两样嘢，我觉得对个系列嚟讲，成个 DCU 就不利，就算你好睇都好。我咧，其他主持讲完先，我先再解释啊，我都系倾向唔想，
系啦，但系如果佢有咁，我都会睇嘅。我纯粹觉得嘅系，如果你真系嚟完埋套水水侠，就成个 DCU 就完晒佢啦。系啦，咁由蓝甲虫开始你嘅 DCU， 咁咪好地地由头嚟过咯。虽然蓝甲虫打头阵都有一件好好令人惊喜嘅事啦。嗯，咁但系起码你叫做唔使再有咁多以前嘅包袱啊。真正嚟一个 reboot 咯，即系你唔好成日即系掟煲唔掟盖啊嘛，依家仲系啊，咁你到底啲嘢，即系你呢套又要用翻slider cut 啲嘢个设定，咁、我唔觉得有问题嘅，即系你做得套电影出嚟，你用入个设定 OK 嘅，系，咁但系你用咗嘅话，你就有好多包袱带住落嚟，系啊，亦都即系坊间成日都话即系 release 呢个Sliderverse 啊 ，restore Sliderverse 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咁你不如就真系同人讲冇啦，以后都冇再冇啦，所有嘢都同 Sliderverse 冇关系啦。咁我会觉得件事系舒服啲咯。啊，轩哥咧？我又冇乜。太大的想法，即是他拍到出来，即是如果他 keep 得返这种这样的剧本水平，但就即是CG质好一点这样，我都还好的，但是我都同意大家所说的，不如由他死算啦，那些Style Cut 那些，是的，我看法近大家的，如果他有我会看，但是不如算啦，这些是的，否则很乱。同埋而家點解我講就係話我唔想佢退，即係再有續集咁嗰啲，係因為即係如果佢有再續集嘅話，咁即係要 George Clooney 出嚟拍曬成套喎。正嘅，阿 George Clooney 可以，咁我想睇添，點算啊？你揾我，即係演我開心，但係千祈唔好有黏頭咯。係咯，唔好再整咁黏落嚟啊！我唔要見到我佢夾到個黏頭喺度啊，跟住。系咯，咁落车就算啦，咁样。系啊，你叫我着翻就算啦。即系嗰个问题，点解我觉得系不利咧？第二集就系你而家睇到呢一套戏嘅 comment， 大家对佢嘅评价，或者大家对于佢其他嘅评语咧，我又觉得真系唔好有第二集啦。即系无论佢啲茶粉咧，即系茶粉好有趣，一阵再讲。但系你已經是用這一套來做《風光大狀》的前奏，水水合二，我當完了它了。那之後我就會正正式式當整個 Universe 收皮，藍甲蟲開始，即我其實我應該不當藍甲蟲都是開始，我當 Superman Legacy 是開始。 Superman Legacy 藍甲蟲我真的當很即單獨一套擺開在那裡的東西， 我自己說是 Lantern 至於這個 DCU 咯，佢哋共享咗个宇宙，我当佢系咁样咯，系咯，我都应该觉得 Superman Legacy 先至要系真正开头嚟嘅，系啦，因为真系真真正正阿 James Gunn 写，即系佢企划入边嘅嘢咯，系啊，或者喺佢嘅计划之内，新嘅计划，新嘅一步，咁我觉得你啲旧嘢系好多政治因素，好多。華納高層或者查到的一些戇鳩的處理，那我覺得你在這裡完了它就算了，你整套第二集出來苟延殘存又會怎樣呢？就好像現在那些戇鳩 coming 或者戇鳩 聖戰士又說為什麼要 reboot 啊，或者是你這一套解下去啦，找回查到回來啦，這樣我覺得是會令到 DCU 是不利的，有些不必要的幻想，是啦。即系你依一度直接同你讲啦 ，A 三 Miller 人生其中一套最好睇嘅电影算啦，得啦，佢之后点样我哋都唔好再搞落去啦，因为你喺实际层面上你揾翻 Elsa 翻嚟又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嘛。你而家系啊，叫做 damage control 到噶啦，依次依套戏而家上到画，依次系。同埋係佢演技好嘅啫喎，如果佢演技唔好，依一套嘢原本应该都扑再扑多几成嘅。你而家仲要有一个咁不稳定嘅因素，我觉得你千祈唔好再拍落去咯。你依系列嘅发展就即系我谂，或者分两样嘢睇，就系、你如果纯粹以套戏，你唔理个系列，我纯粹睇到呢套闪电侠电影啫。
你话喂，可能有后面嗰集讲埋落去，想唔想睇？咁我想睇，但系你如果放翻大去，喂，但系如果以成个系列成盘棋嚟讲咧，就唔应该行呢步啦。有啲嘢要完嘅就完咗佢啦，唔好再吊住喺度啦。即系你唔完咗啲嘢，真系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嘅。呢次真系用呢个字嘅，咁系咯，呢样嘢咯，明嘅，大家都。你留咗一个美好嘅回忆俾大家咪算咯，你我要见翻佐治古尼嘅咩飞钉 Batman 系啊，咁啊哎呀咁啊呢个系列好好地咯系嘛，你多元宇宙到连佐治古尼行翻出嚟俾你啦系咪系咯，咁咪因为咁样咯系咯。其他几位主持对于本身套戏仲有冇其他嘢想讨论咧？我冇乜啦，我中意一套戏，我中意咁啊，系 DCU， 我觉得第一啦，应该都系佢应该都第一啦。我都应该放佢第一，我应该如果系 DCEU 嚟计，即系如果你再拍埋其他啲，即系喺侧边唔系呢个 universe 都系 DC 嗰啲，咁我有其他啲摆咗喺前面。但系如果你净系计嗰堆呢条 timeline 呢堆呢个 universe 嘅，咁我都会摆呢套最高，应该都。雖然我冇講Across the Spider-Verse 嗰集啦，但係因為起碼我睇 Across the Spider-Verse 嘅嗰個過程啊，佢其實係令到我冇時間去諗一啲位到底合唔合理啊嗰啲嘢嘅。我睇成程我都好 enjoy， 咁但係我睇段 flash 我有幾個位係有少少出咗戲嘅，係嘅，會諗一諗嘅，係啊，佢未至於好到我係會完全忘記了一些合理性的東西。但是其實你問我它是不是真的好得過 Across the Spider-Verse 很多呢，即或者差過很多呢，我又不覺得，即兩套的分都是 OK 的，是啊是啊，只是我看的那時候有感受，即可能Spider-Verse 那邊是很花的畫面，我需要很集中精神去留意個畫面，也都即少了時間去看其他想其他東西，還有動畫的表達手法去佢又做嘢可以多啲，呢度就咁样 compare 法就可能有少少未必对得晒嘅，始终动画一个表现，你画面上做嘅嘢多太多，系嘅，系 OK 嘅呢度 OK。咁最后啊 ，sorry 你讲埋先，唔好意思，系我系因为我啦喺 DCU 咁多套电影咧，我都系冇买碟嘅，我依一套我考虑买 4K， 系啦，喺依一个程度啦，我觉得依一套。电影作为 DCU 的收皮之作呢，我觉得是十分之好的。贺一贺他嘛。贺一贺他，是要贺一贺他。贺一贺他。那水行侠或者是怎样就再看啦。即是南甲虫我都不抱予太高的期望，因为我当他不是好像动画那样，即是他写到动画那种故事就 OK 啦。轩哥呢，南甲虫他蚀少个亿五，我当他赚的啦。什么你讲。是一套戏整体你如何觉得整体 OK 嘅，即系娱乐性都够嘅。咁你话系咪 DCEU 排第一啊？即系如果你纯攞娱乐片嚟计，你嗰个 Shazam 其实你哋都中意嘅，我记得系嘅。但系就嗰套嘢我都冇排到好高分嘅。如果咁计落，又可能即系高分啲系呢套嘅。系啊，咁但系你话。W 一好捻闷嘅，系啊 ，W 一我还好，但系应该好笑嘅。黄室宝事件啊，黄室宝啊好笑嘅，咁但系黄室宝之外嗰啲就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1984嚟噶嘛，即系如果你话J L 嗰几条友拍嗰啲嘅 D C U 片嘅话咧，即系嗰几个角色啊，入面计就应该呢套会最好嘅，系啦。点解咁讲咧？我水行侠都觉得 O、OK， K， 但系比狼我中意多啲，系咯，系啦。咁如果你尖跟 Suicide Squad 就唔系，即系你话得，佢话系 E B 又得，话唔系又得啦。咁嗰度就难计啲啦，系咯。同埋嗰套剧嚟噶嘛？一来有剧，二来佢有少少 out of 咗呢度啊，佢系专登避咗少少个位置，你话佢系又得唔系又得嗰只噶嘛？咯，嗰、那个又系啊，所以就冇得卡落嚟。因为如果卡落嚟，我中意嗰套多啲嘅，系咯。所以我就谂清楚系嗰个圈买大啲咧。系。咁不如讨论多样嘢啦。不过唔系啊，其实开头都倾咗票房嗰个问题啦，但系或者呢个时候讲一啲啦。如果你讲话
而家呢套嘢相關討論與雜談就係、是、咁，坊間對呢套戲嗰個評論咧，都真係算大多係讚好嘅。咁我都覺得有一啲當然喺最支持嗰啲，又話咩史上最好的 superhero 電影啊，吹到黐曬線嗰啲，咁又真係有少少反向銷售，但係。大多數我覺得都是吹大了啦，係啦，吹得大咁，我好在都冇咩話聽嗰啲有啲咩市場最好的星戰嗰只咁咁嘅感覺嗰只吹嘅風，我而家都唔敢信噶啦。咁啊，所以就叫做調整咗期望管理就還好啦。咁當然呢套戲都有啲 get 嘢嘅啫，例如見坊間有啲評論咧。喂，將佢啲票房唔好又執咗落去啊！即係話，最衰個占士根啦，即係見好多人，即係唔好多人嘅，好多啲你都睇得出係邊路嘅人馬啦，咁啊會咁講，我覺得就真係交咗啲啦嗰啲講法啊，係啦。咁因為而家呢個係呢樣嘢係，你一來就因為你話佢票房點解唔好，頭先好似未太傾呢樣嘢，我有覺得幾個方面啦。老實講 ，Ethan Miller 有影響嘅。佢嘅新聞你好難話完全唔影響嘅。我如果見到有啲人係話，喂，真係睇完啲新聞之後係唔中意佢，係話喂，我唔想睇佢啫，好似助長緊去做教主呢件事咁樣嗰啲咁嘅 feel， 有人咁樣。咁其實我諗呢樣嘢都唔係大家諗得咁少。我覺得 Ethan Miller 有影響，跟住亦都係嗰樣啦。咁你話，你而家又準備又要 reboot 啊，剩嗰啲嘢啊嘛。咁老實講，呢個系列咧。你又真係，我覺得 DC 你都冇咁唔 reboot， 你係要 reboot 甚至乎，但係一個咧可以再早啲 reboot 添啊，另一件事啊。咁但係你始終係你反而係佢要 reboot 咧，你幫佢埋個尾咁樣，反而仲可能入場睇嘅喎。但係而家因為你 reboot 而唔睇嘅喎。但係有啲人覺得你都準備 boot 咯，即係用追美劇個角度嚟講，你依個系列而家都俾人斬劇嘅啦。咁啊啲劇集你知道俾人斬劇咧？你個 last season 你覺得都隨時係冇尾咁樣甩下甩下，或者留完尾都唔會有得找得翻咧。有啲人咁樣就索性棄咗套劇唔睇嘅。我覺得呢一種情況係出現咗係近嚟幾套 DC 嗰啲戲，我就覺得有呢個因素喺度嘅。同埋咧，係咯，咁講啦，除咗係阿 Isa 本人，當然 Isa 你好多人會抵制噶嘛，即係我唔知亞洲區會唔會。即可能真的冇乜太多人係留意曬佢啲新聞啦，但你英語地區真係會覺得佢真係邪教主嚟噶嘛？佢真係 cut flame 啊喺度，佢 cut of flesh 啊嘛。當然真係佢啲演技，我覺得佢真係一個有機會做邪教教主嘅人啦。但係同樣就係話另一樣嘢，頭先提到我想笑嘅地方就係、是，哇！佢啲班未來人嚟嘅喎，真係好似係咪要講佢 Colonel DK， 即係唔係用 DK？Colonel James Gunn， 咁然之後就覺得阿 James Gunn 喺未來 James Gunn 一定會搞我曬啲嘢啊，所以我而家就要即係對付你依一個時空嘅破壞者啊！即係原來時空破壞者唔係對 first 曬 James Gunn 啊！咁大家係咪應該留意翻？你睇下大部分嘅 DCU 嘅片啦、上一套即係我計埋查到切啦 ，Snyder Cut 都講緊21年嘅啦。我再唔講，即係佢本身佢嗰集出嘅，即係我哋好咗華納監察院喺當年講 Flash 有 plan 嗰陣係2017-2018年，2017-2018年係咩時候啊？2017-2018年係講緊英雄片最蓬勃嘅時代啊，係講緊英雄片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當然啦，今年有好多好睇啦 ，Spider-Verse 銀手衫，或者依一套都係好睇嘅，咁。但是你大家已經去到一個飽和甚至厭惡的狀態，當然對於英雄片是會有一定程度的厭惡，因為現在整個英雄電影業都是退了一點來，這個是大家的基本盤都會少了的嘛。現在其實你哪個系列什麼英雄都好，你看銀手三 Ant-Man 不計 Spider-Verse 的票房是很厲害的，但是你就這樣看銀手三和 Ant-Man 的票房，你一比上去2017-2018年那幾套其實是差很遠的，計算通脹都是這樣說。但是就是說你不可以將這些東西所有東西推落 James Gunn 到的嘛，即好像推落了 DK 多到的嘛，是你推落去做，他推落去可以說什麼呢？咁人哋而家做 CO 位，咁系咁啊？咁你点样人哋坐落嚟？即系
你 boot 又咁，你而家就点啊？即系唔 boot， 你话哎呀唔 boot， 你乜都唔做啊！即系有低个系列死话咯，都唔 support 你，到而家 boot 啦，即系叫做将啲 DC 同攞翻出嚟啦，跟住喺度，唉、你又要 boot 过去，又影响呢套戏啊咁样。咁做定唔做啊，大佬？即系总之，你除咗查到翻嚟之外，佢哋系唔会有嘢 OK 噶啦。其实都系嗰句啦，即系要下召罪己 ，James Gunn 下召罪己啊，请翻公营翻啊，阿 Snap Snyder 翻嚟，先至系大家最接受到个结果咯。我净系觉得有时同你啲对白系要讲翻俾嗰班咁嘅湿鸠茶粉听嘅，就系有啲嘢叻高噶啦，真系要。系咁啊！就系不你唔叻工咪就系班人咁咯。佢哋而家一班人就系真系想 fuck up 个时空咁样噶嘛，想 fuck up 一个电影系列嘅，最会 fuck up 一个电影系列。同埋啊 ，sorry 打断南哥。同埋点解 DC 啲戏啲嘢收得差咧？我经常我都系讲翻个 point 嘅，就系因为有你班湿鸠茶粉喺度，有你班湿鸠茶粉真系因为佢太 toxic 啊！佢哋直情 toxic 到系好多，系可能会睇英雄片，或者有啲人你都总认识啲 friend 噶。佢又话 DC 我麻麻地，我唔特别想睇 DC， 好似好麻烦喎 DC 嘢，跟住间个套又唔好睇，又话唔好，又俾人闹咁样咧，好多人讲呢啲嘢，因为最 toxic 嘅一班人就系嗰班友，有班咁 toxic 嘅人喺个系会赶客噶，即系正如喺动画系列都有人话哦，点解你冇睇某啲系？我话我某班 fans 太 toxic， 所以我影响咗我冇睇，我都会咁样。问题系我中意睇 superhero， 系啊系啊会啊。问题佢哋班人唔系真系佢哋太 toxic， 佢哋 toxic 到出晒名 toxic 啦。甚至乎啲真系中意美漫啲人话好 toxic， 我唔想睇电影嗰边好烦。佢哋咪就系最赶客咯。点解套戏唔好收？其中原因佢哋自己督照下块镜咯，就系、是、关佢事噶啦。我觉得系咁。喂，但系呢个位咧，我想讲多少少一样嘢咧，就系即系打断咗南哥，唔好意思。成日一种讲法咧，系DC 成日 reboot，DC 系冇 reboot 过嘅。OK。系喎，成日 reboot 点成日 reboot 啊？成日 Y Vanlo 嗰次 ，Y Vanlo 嗰次都唔叫 boot 啦。Y Vanlo 之后系啊，佢其实系冇 reboot 过嘅。嚟紧佢应该先谂住做第一次嘅正式 reboot 嘅啫。系啊，未 boot 过系啦，即系佢嘅政策乱系乱咁，但系你屌鸠佢都要准确啲。系即系 Batman 三部曲落呢度嗰啲就系叫做新开系列，就唔系叫做 reboot 嘅，系咯。但另外其实我有啲担心 James Gunn 嘅都，系，因为毕竟佢上任就 Adam 好似唔系佢噶嘛，即系佢未上任噶嘛，都交叉位咯，交叉冇计咯。嗰啲 fans 我系讲嗰句 Connor James Gunn 噶啦，都系计佢数嘅，都关事。唔系我唔系讲 fans 嘅问题啊，我系跟紧公司嗰度做。系啦，即系你佢我唔记得 Adam 佢上咗任未啦，咁之后 Susan 扑到冚家铲喎，系，嗯，系啊，1.22亿成本收千1.3亿票房啫，即系因为如何令到呢啲残存嘅嘢可以攞到啲收益翻嚟，理论上都系佢嘅工作之一嚟噶嘛。系啦，我惊佢未开始佢嘅嘢，就啲高层话啦，啲高层又已经忍唔住啦。系啊。你除非啲高层去到某位系嗱得啦，呢啲嘢我知全部前朝流落噶啦，而家冇计噶啦，挨过咗呢段时间算。除非佢咁谂咯，如果佢唔系咁谂，就应该佢未坐暖张凳又俾人扫咗走就惨啊！惊噶惊噶，我都惊系因为你，因为好即系又唔系话唔关佢事，但系水水合意同埋蓝甲虫真系唔系佢嘅意思去搞出嚟噶嘛，都系前朝流咧留低苏州市，但系而家你焗住啊嘛。你水水合意，我当即系好有希望，望佢真系依一个兄弟之brofist 之旅，咁就当睇到轻松片就算啦。蓝甲虫我真系好似头先新叔咁讲，你蚀到冚家铲嘅真系，我预咗系蚀到冚家铲啦，睇 trailer 系嘅。咁下一套先系你真真正正嘅 Superman， 同埋你 Superman 咧，而家啲人又系原教旨主义噶嘛。不知点解无啦啦变咗原教旨主义，唔系 Henry， 大家都屌鸠佢噶嘛？但又咁讲，老实讲，佢到时创作品好唔好咧？你冇得而家讲，或者因为都系嗰样，到时睇成品嚟决定。你冇第二个方法，但系又系嗰样嘢，因为话虽然而家有堆无啦啦突然间杀咗出嚟嘅三巨头原教主义者啦，但系。又咁讲，你如果即系用经营间铺头，你又系当间食店啊？我嗰时用食店嚟比喻，大家易理解。你而家咧，你间餐厅就要 boot 过晒啦，好似酒楼装修咁样。
你其中一件要做的事，点解招牌嗰啲系嘛？系啊，即系你转招牌，你入边转埋厨房啦，啊，转埋菜式啊，可能你本身卖中菜，诶、哎，而家依家变日本嘢好，点样乜都得系。但系又谂样嘢，点解你以前依间餐厅会扑街啊？因为你有班閪客喺度，所以你而家其中一件要做的事，你系要扫走以前班閪客佢。咁你扫走咗佢，你先至，因为都系嗰句，依班人系令到啲人唔想埋，呢个系其中一样嘢。所以你唔用嗰咩？你唔用翻之前，你唔守佢啲原教旨主義者嗰條路嘅，咁理論上嗰班哥布林就唔過嚟睇噶嘛，班影視界哥布林，咁係啊，佢真係影視界哥布林嚟嗰班，班影視界哥布林就唔過嚟睇噶，咁跟住咧，理論上佢哋唔過嚟睇啦，咁你就要吸新人咯，即係我呢個例子可能有啲唔同嘅，有啲嘢都未必完全比喻到，正如當年 F1 曾經係因為大家睇翻好耐之前嗰啲，啲車成堆嘅。香烟牌子香烟广告喺度噶嘛，即系咩猫 seven 万宝路嗰啲喺晒度噶嘛，最经典化咧，李款都系万宝路喺后面噶嘛。到某一个年份，我真系唔记得几多年啦。嗰时无啦啦就宣布咗话，我哋而家个 brand 要改变啦，我哋唔可以再接受任何香烟嘅 sponsor， 唔可以用香烟嚟做主要赞助商，大家不能够有任何香烟牌子喺度，全部香烟牌子扫走晒。沙乎嗰時快，你直情係有啲位整條巴曲喺度扮萬寶路俾你睇。咁嗰時啲人諗，哇！而家就係啲香煙牌子去撐起成堆車隊嘛。你冇咗堆香煙牌子，邊有錢啊？嗰時啲人咁講。但係跟住當年都有啲人就帶另一個 point 係，但有啲嘢你就係要冇咗呢堆香煙牌子，先有其他品牌會過嚟做 sponsor。例如頭先講啲咩，以前講啲咩健康產品啊，啲咩能量飲品啊，好多年輕人嘅品牌啊，好多咩 Casio 啊，即係以前啲名錶都仲多啦，係一啲名錶不嬲多。你好多一啲品牌係本身唔可以同香煙廣告一齊並列嘅一啲品牌咧，就嚟曬啦，就過曬嚟啦。即係啲所謂健康啲唔會令你身體唔健康嘅嘢就嚟曬。咁而家啲 F1 咪成堆其他牌貼曬喺度咯。其实就系呢个原理啦嘛，你依班人唔扫咗佢走，你而家就系系咯，我唔跟你原教旨主义噶，咁嗰班人咪走咯。咁你依班人走完出嚟，你先至可以再吸另班人。咁有啲人会谂啊，哎呀，咁但系冇咗嗰班人，咁会唔会个系列冇人睇会蚀死啊？而家赚咩？而家赚咩？证明呢班人系撑唔起你间餐厅咯。我成日话呢班人咪就系十条友坐张台坐五个钟，然后净系每人唔系每人系嗌一杯冻柠茶十只杯嗰啲人嚟咯。咁你呢啲客系要扫噶啦，你扫晒走你先可以再做生意噶啦呢间铺。我觉得佢连冻柠茶都冇叫啊，叫好似麦记咁咧，就系叫斟水。就系攞杯水喺度，唔知道坐成日嗰啲咧，仲喺度摸晒你纸巾嚟用啊，整湿你厕所嗰啲咯。你系噶啦，你冇啊，咁你靠呢班人嘅生意，你靠佢，你而家系列咪咁咯？咁你本身都个系列都唔系噶，如果靠呢班人靠得住，而家系列就唔使 reboot 啦。咁所以点解你唔使留呢班人噶啦？其实你唔好谂住要呢班人，你谂点样去吸一啲全新嘅观众，吸其他啲。以前啊，有呢个系列，我唔想 follow 落去啦，即系又边个边个咁样好乱咁样。而家唔使啊，全部系新噶啦，同以前无关噶啦。而家呢个 Superman 系全新噶啦，唔系以前嗰个嚟噶啦。喺啲古仔唔关事啊，你唔使睇翻以前咩四个钟嗰套咁嘅嘢，你唔使睇嗰套，你知道讲咩咪就系咁样行咯。而家要系嘅条线就系咁样嘅，系咯。同埋我觉得有危同时有机嘅，即系作为一个。好忠實嘅 MCU 廚都要咁講，就係我覺得活力方面而家 DC 係有希望啲嘅，即係你諗下，你 Joker 對 Batman 兩套係 Elseworld 嘅，咁你可以自己發展啦，咁起碼可以幫補下啲錢啦，咁你兩套我諗第二集都應該都會有翻啲嘢攞翻嚟，唔會蝕啊嘛。嗯，咁同埋其他就係話你新嘅 DCU 其實。是 令人有少少的希望的嘛，即不要说很好惊喜，即不未去，我觉得相比来说未去到我们 Star Wars fans 看现在 Dave 的计划那么那么派系斗争是另一回事，就变了是那么派系斗争，但 DC 来说我觉得是有希望，即当然都是会担心James Gunn 会不会临阵一脚即在 Superman Legacy 上之前就被人踢下来 都有可能的，没这个世界讲不定，但起码公司讲不定但现在起码啊，你肯给心机整套 Flash 出来风光大壮
然之後就等依一個 DCU 查到正式正式依一個咁嘅 toxic 嘅 community 可以收皮啦。咁就邁向一個新嘅phase， 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嘅。係。即係我講呢個位咧，我突然間想諗起咧，即係因為我女朋友咧，佢唔係 Slider 嘅 fans 啦，但係超人唔係 Henry 做，佢就完全冇興趣睇嗰邊啦。咁實有嘅呢樣嘢，呢個問題都即係就算唔係茶粉都有一樣問題，我明白，即係一定會有影響問題。你又係嗰樣咯，你而家流失咗觀眾，你之後吸唔吸翻得翻嗰樣嘢咯？係啊，呢樣要搏嘅，你都冇咁唔搏嘅啦。我覺得而家呢個系列。我覺得 James Gunn 佢上任以嚟，我自己覺得佢做得最唔好嘅嗰件事，其實都係對 Henry 嗰件事。嗯嗯。畢竟嗰個，我覺得佢冇心啦。但係你咁樣有一種玩弄嘅意味太重。係，但係最慘係咧，件事又唔完全入得曬數，有件大嚿石喺度啊嘛。唔關我事啊嘛又。係啊，你無啦啦嗌咗佢翻嚟，啊大嚿石，就係大嚿石搞衰曬，食點一件事本身會。即系会系到而家咁样无啦啦出晒原教旨主义咧，即系一来你中意呢位演员中意去演嘅呢个角色，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即系人人都有自己喜好噶嘛。但系就多得大嚿石唔少咯，本身件事可能冇咁难拆嘅，就全靠阿 The Rock 咁样自己啊，自己石家军想整自己个 Rockverse 出嚟咁样啊，呢个石头 Verse 出嚟咁样就咁样搞一搞就呢、這个系列无啦啦俾你踢咗一脚咯。真系对 Rock 真系累人累物计，我觉得好啊 ，sorry， 系咪？同埋其实即系就算系女友大人都系啦，我自己系有啲理解唔到呢一种心情嘅，即系好似 James Bond 咁样，佢换过咁多代演员，有一啲演员我觉得佢真系好 James Bond 嘅，佢真系好 fit 嘅，咁但系即系佢换演员咪换演员咯，咁我又冇乜嘢，所以其实即系佢咁样样俾人叫翻嚟，转个头又话哦好啦，以后冇 Batman 机器啦咁样。嗰一下有啲差咯，系咁，但系其他嘢，我其實對換演員本質上我就冇特別嘅想法，咪換咯，即系你唔好揀啲 high 嘅，即系你 Iris 咁樣揀個丑婦嚟做嘅咁，系咯，即系你唔好教咁咯，你唔好教咁，最紧要系啊，即系或者啲美人鱼啊、白雪公主嗰啲咁样咁，我 OK 噶啦，其實已經系。我某程度上都理解，即係一個演員賦予個角色係，即係當年 Michael Keaton 個 Batman 都係咁樣噶、嗯，一轉即係華納一轉演員咧，大家係都唔係好高興嘅、嗯，或者即係我都明白，例如而家即係都係 Henry 啦，佢唔再做 Geralt， 大家都好唔開心噶，係係係。咁我會理解，但係我覺得轉演員我会睇一个演员做成点先咯，我自己嗰个角度。我觉得起码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可能选角出咗嚟睇下咩样先啦。而家你炒都被炒过出嚟，你竟然讲话要抵制啊又成咁样，会唔会快咗少少咧？咁样即系你好似想系列死多啲咯，有一啲就你间公司死多啲咯。系，又系举翻 Harry 做例子啦。回想大家即系。他第一次呢有个 teaser Richard 第一次他出来呢是被人闹人到扑街的。哦。是被人闹人到扑街的。但是最后大家反而是觉得哇他做得很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再看啦。另一方面我想再讲的就是真的、可以看到现在那班 toxic 的 fans 是真的可以排除了他。即我不停喺度睇嗰陣，就喺不停喺度覺得好可惜嘅一個地方。即係雖然套戲好睇，就係、是、話、一套戲你2017、2018年上，再排另外兩套其他嘅電影，例如即係我當都係會有存在 BBS， 即係都係 Canon Event 改唔到嘅，或者係點樣嘅，先至去到再第二集先對 Flashpoint 個感官會好多啊！你浪費咗。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心机、很多不同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西啊查到，同埋都系嗰人啦。即系呢套，我咪当你半个 JL 都得啦，唔系你本身动画 Flashpoint 个叫 Justice League 后面先叫 Flashpoint 噶嘛。咁呢边至少你都系 JL 嘅 Batman 嗰边，我见一个争啲俾只虫打死 Batman， 呢边我见一个唔够嗰个巨人打，都系攞炸弹同玩炸弹人玩尽嘅 Batman 咁。唔系，有啲嘢其实真系好得拗，同埋佢唔够打，佢打赢咗噶。系，即系好似唔够打，佢仲打，但系嗰边真系争啲俾只虫打死啊！系
係啊，佢打贏咗個巨人，雖然佢都重傷之後死埋，但係起碼佢臨死前佢真係打贏咗。係啊，同埋臨有貢獻，最有輸出嚇、啊、最尾嘅對白係感人啲，同埋唉，即係我知道我 point 好似有啲 loop， 但係都要講一次。系啊，即系某班 fans 讲到，诶、哎，即系佢教人做生意，即系要即系绝对系觉得喂，佢哋嗰盘嘢绝对 work 噶嘛，即系唔好话教唔教人做生意，即系个个都会有啲睇法嘅，每个观众包括我亦都有。但系即系你觉得点样行先好，点样行唔好咁呢个人嗰个睇法。但系好多系揸住 point， 诶、哎，即系你跟翻住茶道个茶道宇宙落去咁样咧，啊，咁你咪肯定揾到钱啦，吓、啊、你先吸引到我呢班咁嘅 fans 去睇噶嘛。咁而家呢套戏又唔见佢赚到盆满半满，成个伊森米勒摆喺度啦，你就话明咩承接，你就查到四个钟头 JL 落嚟啦，系咪承接玩抢仔 Barry Allen 落嚟啦？咁照佢咁讲，嘅系嗰句，如果真系净系做你嘅生意都够，咁呢套戏又唔见佢 OK， 咁冇得拗噶啦，啲嘢真系。即系我觉得 DC 都好唔好彩嘅，即系有之前嗰啲 CO 啊，有查到啊。有大舊石，大舊石我覺得真係好撚賤，大舊石真係無啦啦懟一刀嘅，依個系列俾佢。你仲要懟完一刀之後，你自己咧就針翻過去 Family 架車喎。係啊，依邊搞唔掂個人，即係同翻文極蘇講，温迪蘇大佬，唐大佬，語氣重咗少少。但而家我哋其實好兄弟嚟，我真係笑到飆眼水，覺得十分。屌，即嗰樣嘢咪嬲咯！屌你老母，撲你個街！嚇、啊！搞撚到即係之前講到話我哋國家隊，唉、哎，邊個人哋唔欣賞我哋國家隊，然之後自己跳車喎，老友走咗去，成班石家軍咁就走撚咗去喎。我最中意啲人真係 cap 翻佢喺 Fast and Furious 跳車嗰種嚟做迷因，我真係好中意嗰張相。即係所以，我覺得係我自己覺得係好可惜，即係有希望，但係好多危機咯。你最臨開前俾個大嚿石咁樣隊一隊啊！唉。重新多一次，我哋好耐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好似而家咁咯。我睇到 Flash 係可以講到兩個幾鐘讚佢嘅。我睇 Spider-Verse 亦都覺得哇！我屌你，我係咪即係雖然而家我覺得我會預多幾年去睇去等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入去睇銀手三我喊㗎，屌你！我係好希望呢啲嘢係喺同一年發生嘅。即係你連續幾個月，大家係分別睇幾套戲都係。即係好滿意咁離開個戲院，跟住翻嚟好開心咁，大家一齊討論話啊，即係我睇完套戲為咗幾正幾開心。其實我咪就係想咁喎，你真係無啦咁啊，我好想睇個系列死啊，唔會噶嘛。你兩邊都做得好，兩邊都多嘢睇，咁咪開心咯。成日都咁講噶啦，係咯。唔係咁，但係你條命生得好啫。如果呢幾個月你唔小心入咗去睇小魚仙嘅話，喂，好難唔小心喎、啊，大佬。你本身入去睇，你都要勇氣嘅。喂，呢啲要靈異事件鬼咁猛 level 先會唔小心睇咗咁恐怖嘅小魚仙嘅，應該係。即係咁啊！即係最容易嘅機會就係入到場戲院播錯片嘅啫，係嘛？或者今日我就陰你而家戲院啊！你以為入嚟閃電頭，咪一入嚟就播小魚仙到，又到門出面揾嘢揾條鐵塞住喺度，你唔同我睇曬小魚仙，唔準同我翻出嚟咁樣，你除非咁。咁啊！哇，好恐怖！喂，咁你睇完咪可以令到你今年所有戲都覺得好好睇咯？所有女主角都好好啊但是呢今次Flash 呢套戏反而对我有一个好大的 inspire 呢，就是原来觉得Snyder Cut 好睇嘅人係比想象中多好撚多喎、啊。哦，咁我都有啲现下型嘅。咁我都有啲 fan 真係喺电影正面。佢哋唔会入场睇㗎嘛。我都有啲 fan 係觉得 Snyder Cut 好睇係囉。咁佢哋話嗰好睇啲位，咁我有啲都覺得，咁你話中意嗰位我都可以嘅，係即係我又覺得佢係有，唔係我成日都係嗰句嘅啫。你係考試份試卷同你講，你兩個鐘頭內交卷嘅，你硬係要夾埋四個鐘頭，仲要你四個鐘頭做啲嘢，其實好多戲都用兩個鐘頭做到嘅嘢咯。我係咁覺得啫，還好啦，即係我覺得又唔可以唔俾人中意套戲嘅，你有理由咪得咯。因為我係覺得套嘢佢有好多邏輯上面嘅問題啊。係嗰啲位係離譜嘅，即係玩搶仔啊 ，Wonder Woman 炸咗間廠，啲人嚟炸咁樣，嗰下真係好想指住佢講。同埋我嗰日咧特登揾翻廚師搶出嚟睇咧。嗯，廚師搶。咁嗰啲係廚師場啦，係咯，應該唔係脆皮嗰只咁係咯。Iris Rex 係肥咗好撚多喎，
我都好多年啦，我唔怪佢。同一个人嚟噶，同一个人嚟噶，系同一个人嚟噶。咁我真系唔记得咁样。咁我真系本身都唔系好靓噶啦。唔知佢因为嗰个即系拍得佢样几麻麻，我宁愿望条肠仔都唔望佢嗰下，所以我唔系好记得咩样。系啊，我竟然冇留意佢嗰个咩样嚟。我宁愿望条肠系太 eye catching。系啊，咁我真系宁愿望条肠，我唔想望佢。即系个人啦，个人啦，个人啦，个人啦。可能拍嗰个都 focus 喺你肠嗰度咧，所以唔好啊，对焦啲嘢拧翻嚟呢边啦，喂，对焦位同事拧过嚟呢边啦，你望大家一齐望条肠仔好过啦，系嘛，唔好咁样，好过啦，所以呢套整体嚟讲，我觉得我十话乎觉得如果有时间入戏院睇咯呢套，嗯，系啊，我会觉得系值得入戏院睇嘅戏咯，嗯，系咯。咁我都庆幸我自己冇俾佢反向销售而入咗场嘅，系啊。嗯，你唔系嗰日谂住佢差唔多完入去睇？不过其实唔系噶，咁啱有时间有场次，咁我冇嘢做又入咗去噶咋。哦，系啊。咦，咁话唔定下次你系咁巧有场次嘅入咗去睇《深海鱼》咁。喂。好多话啦，系嘛？一排好多戏上嘅，早啲翻屋企瞓觉。你错过咗小鱼先唔紧要噶，白雪公主嚟紧噶。咁白雪公主造型嘅一个演员，我啊睇完沙赞二嗰几 OK 嘅，仲要嗰边个皇后系边个啊？系咪？系嗰边你真系 OK 嘅，你唔算入错嘅，冇咁咩。虽然我知道小鱼先个对手系正啦，系咯，系啊，其实选角问题，但系你唔可以咁黑嘛？系嘅，而家系咁嘅。咁系咪差唔多？大家仲有咩想补充？差唔多啦，系啦。咁如果冇咩就今集节目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嚟一齐吓，即系听下今集啊。咁啊，远咗中间，因为佢时间关系要 off 咗先吓。咁啊，亦都系咁样啦。多谢各位收听啊，亦都算系啊。另一个都市传说啊，即系由华纳交差院最初嗰啲集数啊。就是讲紧闪电侠有延期啊，几时先有得睇到？我终于睇咗，仲可以翻嚟开节目讲啊！咁啊，真系可以话到有啲叫迷之感动嘅呢度啊，即系以个节目嚟计系啦。咁当然，虽然大家讲笑话，咁你两大都市传说都搞掂晒，咁但系华纳同 DC 嘅新闻咧都继续会有嘅，或者有时候啲影视界或者 DC 嘢都会想讲。咁啊，第日。再有节目就同大家继续分享啦，大概咁多啦。其实你问我，我希望有一日，华纳间公司系成长到我哋唔使为佢开监察院嘅，即系监察院可以大结局系一件好事嚟。我哋可以由监察院改名变成吹奏院噶嘛？或者将成盘嘢就我哋喺而家全个华纳监察院嘅事务移植过去老领港影视嗰度啦。系啦。系咯，咁啊，睇下点啦，系咯，即系之后。依家我已经喺度着手谂紧，如果再开下一集华纳监察院嘅时候，到底我嘅 title 系乜嘢啦？你咪继续做打手啊！唔得，你 fast forward 完，我已经冇打手。你咪继续做呢套戏嘅打手啊？系咪？咁又冇乜。喂，唔系，你睇呢套戏，跟住你开心到唔舒服嘛？你下次叫病人新你咯。咁我会好翻噶嘛？屌你，俾人研究啊嘛，研究俾人研究嘅新年，屌你，你就够我烧一世啊？又唔系，咁你睇完之后你变咗病人系咩啊嘛？事实啊嘛，你咪等下套戏嗰时先改个朵咯。感冒痛啊！你继续可以做打手，做 James Gunn 打手都得噶。系咯，或者你睇佢做啲咩出嚟先？或者你咪咩咯？你好中意呢套戏啊？咁你做打手，你咪就做茶粉咯，好难讲系咪？讲笑讲笑，再谂啦，再谂啦。系啦，喂，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大家记住订阅翻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亦都可以做埋我嘅 YouTube 会员，每星期都有独家内容俾你收听收看啦。咁亦都系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 啦 ，like 埋我嘅 Facebook page 啦，或者 join 埋我哋嘅 YPR 综合吹水区嘅 Facebook 群组倾偈啦。咁啊，好多嘢好难记系嘛，唔使担心，喺晒影片简介位置，成堆 list 勾晒喺度噶。咁啊，大概咁多先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转个头应该我再讲下台务先收台。咁不过段片啊，华监察院段片 upload 翻段啦，就到呢度差唔多啦。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再见，拜拜。拜。